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永庆安澜2023德云社张九南、高九成相声专场演出上海站。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数来宝》，表演者朗浩辰、张九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上海的友友们，真是太热情了，太好了啊！我们很高兴来到上海给大伙儿奉献欢笑，哎，给您奉献艺术。这个地方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对对对，见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高兴。嗯，大伙儿呢五湖四海欢聚一堂，哪人都有，哎，不光是上海的朋友，嗯，大伙儿都齐聚在此啊，共同观看这个今天是我们的诗歌呀。对，这个啊，张九南跟那个没记住，我说半天啊，突然忘了。好家伙，朋友们太高兴了，跟谁都忘了。这是我们的二位师哥，嗯，张九南、高九成，二位相声专场。好，我们很荣幸，嗯，很荣幸，行，来给人家助演。是，从我们这儿呢，节目就算正式开始了。相声大会嘛，头一场，嗯，我们上来呢，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伙儿得认识认识，不熟悉我们的朋友居多。对，让上海的友友们认识一下我们，得清楚一下。哎，老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错，这场节目要说的还算理想呢，嗯。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这也是我们宣传自己的一种方式。哎，对自己是个鼓励。那么这场节目我们要说的很差呢，啊，我们更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咱都很差了，就没有必要介绍了啊。不，你不懂，你得让人那个心里不舒服的朋友啊，觉得票钱花亏的朋友，是出门之后想骂街的朋友，嗯，你得让人家知道骂谁，你知道吧？谁的专场骂谁，你就完了吗？你这像话？他挑着咱给人助演，咱演得很差劲，哦，骂咱师哥，那也不合适，是不是？那您说说吧，我们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得说我们的名字。先说我，您。我没名字，他没名，介绍一下他。那不就骂我吗？那个，王爷，废话，就骂你也不合适。对呀，还有你家人们呢。我家人是吧？招骂街不带家人。我家里招谁惹谁了？关系好，先介绍你。关系不错，也得从您开始。可以，咱别逗了啊！不跟你客气了，明玩笑。先介绍我，嗯，我呢姓郎，新郎的郎，日天浩，星辰的辰。您叫？我叫郎浩辰。谢谢各位鼓励，谢谢谢谢。哎呦，真是。上海人民也很喜欢您，哎，这是各位的抬爱与支持，哦，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德云社的小演员，说的到不到的您各位多多的担待，多谦虚。再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伙伴。哦，我呀，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也有很多年了，是关系很亲近，马上快第八个年头了。他名字非常的好听，嗯，他也是这个九字科的弟子，哎，有我这么一号，郭德纲先生的高徒，嗯，他姓张，弓长张，数字九，二木林，连一块儿呢，他叫王贵芬。谢谢。我跟这个，你先打住。弓长张，数字九，二木林，你有什么异议？连一块儿，我叫王贵芬儿。啊，这名听着像你外祖母这名。你外祖母？这不像我的名啊，这是小名。小名也不叫王贵芬，王贵芬是谁？姓什么？姓张啊。叫张贵芬。对，我跟我姓什么？姓什么都贵芬。叫张什么芬？张九芬。张林。林九芬。张九林。张九林。嗯，满意了吗？满意吗？打我叫这那天我挺满意。就是您多好啊，作为这个九南师哥跟九成师哥，他是亲师弟。对，作为亲师弟，一师之徒，追赶师哥们的脚步，咱努力。他在九字科当中呢排名很靠后。对，是吧？岁数因为是小一点，稍微小点，来的年头也晚，嗯，所以基本上九字科都是他的师哥。对，他只有九字科，他只有一个师弟，一个师弟，今天正好还到场。这人是，此人叫梅九亮。对，梅九亮。梅九亮啊，真的朋友们，就是梅英飞呀，啊，这是给人字儿摘了，啊，这是九字科他唯一的一个师弟。对，那会儿来的时候呢，招生，郭德纲、于谦老师，嗯，作为评委嘛，招啊，这孩子会什么呀？啊，我叫梅英飞，背点什么，唱点什么。哦，行，不错，这孩子。于大爷问一句，那会儿就跟傻子似的，爷们儿。爷们儿，小爷们儿，怎么着？能喝点吗？哦，能不能喝酒啊？那个小梅那会儿叫梅英飞嘛。嗯，于老师您好，我不能喝。对，平时不爱喝酒。嗯，什么孩子这是？行了，你九字科最后一个啊，嗯，你没酒量，啊，
哦，就因为不能喝就叫梅酒酿了。对呀、啊，嗨，打那天开始，酒字科倒数第一，然后起一名叫梅酒酿。对，这是于大爷给起的。没有酒酿、嗯，我说这个真事儿，朋友们，这是他唯一的师弟。是，但是呢，张九龄的艺术排名绝不靠后。这咱得后来居上。哎呀，这词儿用得好。得努力。后来者居上，奋斗，追赶师哥们的脚步，嗯、在酒字科里也绝对算是佼佼者。可我可不行，你出类拔萃。又老捧我。哎，不是捧，啊、绝对算是一个畜类。是什么？通的。好演员，咱这畜类说完别断句儿行吗？我喘，这两天有点闹病。你喘归喘，你喘完再说话啊。反正畜类旁通，哎，样样俱佳。是说学逗唱，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这叫基本功啊。每一门我们都要下功夫。嗯，你像九龄来说呢，他都研究，对吗？四门功课反正都会点，都会点。对，哪门研究最好？那最好的就得说是最拿手，唱唱啊，唱什么呀？是京平梆乐、小曲小调。你瞧。这都是我们要掌握的。亏你干这么些年、啊、没掌握真谛、嗯、你说的台上一站唱小曲小调，唱个京平梆乐、嗯、给大伙儿唱两句，那不叫唱啊。那这算什么？说学逗唱那归为学。哦，这是属于学，这叫学唱一段。那真正说唱呢？真正说学逗唱这第四门这个字啊，这个唱字什么呀？我是最有研究的。什么东西？一个是太平歌词、哦、还有一是蜀唱来宝。嗨，太平歌词呢，现在爱听朋友爱听相声的朋友吧、哎、都知道是太平歌词，顾名思义就是在太平间里边唱的。对，后来这多深的慌啊。郭德纲先生去太平间挖掘出，哎呦嚯，我师父还能出来就不容易。太平歌词嘛，太平歌词寓意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唱出来一上句一下句、嗯、两种旋律来回倒着唱，是也很悦耳也很动听。嗯，还有一项就是蜀唱来宝。嗨，说半天是蜀来宝。蜀来宝我跟你说，整个后台我最拿手啊。您倒是擅长快板嘛、啊、后来发展革新叫快板，快板书，对对吧，这方面我擅长。您是擅长唱快板，但是您可是后台啊，我也不是说就您自己好，是别人也有强的，也有强的，也有会的，也有会的，对，也有强的啊。他不是没我会的多吗？谁呀、啊、谁都一样。整个后台您会的最多。哎，你还是对我不熟。这话说的可大了，一会儿去问问，你就找九南哥你打听打听。张九南问什么呀？唱快板我有一外号。叫什么呀？我叫唱快板唱得特别好。这外号谁给你起的？他起的，他给我起的。他给你起的，他也给我起一外号。那你叫什么呀？比唱快板唱得特别好那个人还好。你说这都没有用，废话，这不矫情，就咱俩光在过嘴瘾、哎、甭过嘴，咱俩跟这比试比试。哎，我正有此意，行吗？今天咱们也来到上海演出了、嗯、是吧，咱别出心裁，别开生面，是咱们在这个台上当着今天到场的1000多位观众朋友是怎么样呢？咱颇磕颇磕。我有点不懂您这路话，什么叫就是比试 battle， 那叫颇磕呀。啊，写出来不颇磕吗？那叫 PK。 嗯， PK PK，您不要按那个汉语拼音那么发音啊、哦！我以为是颇磕的，颇磕呢。行，就比试比试，咱俩来一来 PK。 好啊，好吧，小 PK， 咱们呢？哎，马上要抽你啊！咱们台上小 PK 一下、啊、，PK 可以啊，好不好？怎么 P 呀、啊？这么办吧，嗯，我当着今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在这唱上一段快板儿，嗯，您各位欣赏欣赏不欣赏啊？嘿，完了，没反应了已经。好，没人爱听了，朋友们。哎呀。大家都有点困了，是这也是一头场就困了啊，后面还怎么干呢？不是，先睡会儿，然后等着九南哥出来呢。这样，你打两下，给他们都震醒了。那倒没必要哦，咱这打的板，我这在这，我唱一段。行了，当着朋友们，我唱一段。咱俩不比试吗？嗯。我唱出来之后，你告诉我，我唱的这是哪段，还有哪派？哎哎，懂吗？你唱完了，我就知道哪派哪段什么内容、故事剧情，哦、后面后下句都给您接上。哦，还能接着往后唱啊。这快板流派你知道吗？三大艺术流派啊。哪三大艺术流派？王高礼，三位创始人。哎呦，都清楚。王是谁？王凤山。高，高凤山。真的高凤山，真是啊。李凤山。哎，对，合着唱快板的都叫凤山。那可不，不叫不让唱。对对对，都叫凤山。对啊，你王凤山、高凤山说对了，是李派快板创始人不叫李凤山，那他叫李连杰。对，您也三大艺术，您也溜达、啊、叫什么？李润杰。李云杰个李云杰呢？润能唱青衣，他没有这个底子。李润杰，对，三大艺术流派各有千秋。嗯、我跟你说，我唱出这段不定是哪一派。哎，你随便唱。好，今儿就今儿了，
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这叫什么话？哪儿我也不怕你、啊、唱一段你要不会，你是我儿子啊，凭什么呀？你不是有把握吗、啊、你有把握你有胸有成竹、哦、就我就得认这个，是这绝对能知道。谢，听见什么了您？哎呦，儿啊啊！哎，我对这个王派是最……您别对王派，您别对王。您刚才打噼里啪啦打完板，说句什么？儿啊啊啊！哎，这我还爱答应。对，哪儿跟哪儿，这就来儿啊还？不好意思，这是我老恩师高峰先生教导我的。高峰说什么了？打完一套板之后一喊儿啊，这边准有答应的。嘿，之前都是栾云平答应。对，我倒霉催的，我受这么一个。我让你答应了吗？那我不答应了。是是是，你唱就完了。唱出来你就不会。来吧。陈桥兵变，严嵩兴，哎呀，南唐北宋起战争，赵匡胤兵发寿州地，要与南唐大交锋。你听我，两军阵前，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南唐败阵，南唐败阵，北宋赢。不要想中了南唐的空城计，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有一位东床驸马高怀，您有点无师不表演了，现在，啊。这个您有没有发现打着板同时手里少点什么？不爱理你就完了，这板已经被我拿走了。人家给大伙奉献艺术、哎、站着唱快板表演，好好的你抢人家板，我不是抢您板，有你这样的演员吗？这段我会啊，我会说不会，我说不会，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说不会？我会。你真会吗？对了，这段叫什么？这段啊，嗯，双锁山。我唱哪派啊？王派。王派创始人是谁啊？王蒙山。王蒙山二姨是谁啊？二姨是谁？这我上哪儿猜他去啊？有点意思，头一段给你个面子。哎呦，行吧，我用你，自找难堪。呵，我换一段你就不会了。换换吧，听这段，看你还会什么。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造成。四块这个铜棒加一木，是三面黑了本是一面红。宝盒落在关国人手，荒诞大会。他上那牵驴来了。这段我也会。哦，这段还会。会呀、啊。叫什么？这段叫诸葛亮押宝。哪派？这是高派。可以啊。嗯。两段的朋友，哎呦，三大艺术流派我已经唱出两派，你再来最后那个你也唱了，还剩一理派啊！我再唱一段，你别说呢，你能给我往后接？怎么着？你就算能告诉我这段叫什么，我把这副板劈了烧火。嚯嚯，多大气性！劈了烧火，打这儿起不唱。哎呦，你活该，兄弟，来呀！有什么可鼓掌的？这个，哎呦，请你往后给我接。来来来，唱。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请您给我接下句。Please, it's your turn.不是，你看待会儿先别说接不接下，你给我留下句儿了吗？哎呦，能耐大，能耐大，你往后编。不不不，我得先问问这段叫什么名字。名字特别好，你说说。叫两只羊在山顶，特别凄美而又悲惨的爱情故事。哦，这名字比正文都长。行，管着吗？您这叫传统快板吗？行行行，有点意思啊，跟你玩笑了。呵，我跟你说，九林，我跟你逗呢。唱数来宝，唱快板，真有研究。嗯，不是跟着唱着死词快板。哦，就是背下来词儿还不行。传统快板或者新编快板都是有文本的。对呀。哪位观众朋友您感兴趣？嗯、拿下文本之后，给您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您背下词儿来，
谁都能唱。那你说什么叫真本事？真正对快板有研究啊，啊，你得是活词儿快板。哦，现编词儿啊？对呀、啊，这叫活词儿，没有准词儿、哦。你出题目，我在台上就编。哦，哎，我跟你说，我最有研究了。是吗？活词儿快板研究得很深刻。您特别能编，我最爱编。好好好，我每天都编。行，那这样吧，我出个题目，您能不能编一编？嗯、太好了啊！今天在台上给你展示展示。行，你随便出题目，我来唱词儿。行，今天我让你张九林小刀拉屁股，这怎么讲啊？开开眼儿，这什么俏皮话啊都？来试试。行行行。我找着啊，看您怎么编，找一个。哎，出题。您冲这灯泡，您编一编，好不好？我唱灯泡。对。那不信手粘来吗？粘来，粘粘来，啊，差点划过去。什么叫粘来呀？什么词儿？粘，粘手粘来。信手粘来。信手粘来啊。灯泡啊，灯泡。嗯。这人。这有八个灯泡，唱哪个呀？呵，数的还真快。对，您面前这八个唱哪个？哎，你随便，只要灯泡就行。哦，不管唱哪一个，不管哪个，就笼统的唱。对，好吧。大灯泡，它真叫棒。哦，要是没电，它不亮。哎，死根儿，呵呵，死根儿。唱啊！完了，完了，什么玩意儿？谢谢友友们。哦，这就完了？不完了，一灯泡让我唱多少句？呵，两句不错了。行行行，灯泡能编多少句？那就给您换一题目。换题目，换一题目，唱别的。就这麦克风，麦克风啊，这话筒啊，麦克风。嗯，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唱啊！完了，哎，又完了，完了，哎，哎，有麦克风就有音响，您唱上这音响。哦，这个大音响，嗯，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又完了，完了，完了，哎，完了，好好好，哎哎，我看今天啊有这个年轻人搞对象的，哦，俩人一块儿来，有情侣，您能唱上这搞对象的吗？可以啊，这个年轻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走，哪儿跟哪儿离不开这电了？生物电。搞对象也用电啊？眼睛要放电。你甭放电，放电，就全唱这词儿。不是我这词儿，您这什么题目啊？我能编快板的词儿，就唱灯泡吗？行行行，就唱麦克风音响、哎，谁没事编这词儿啊？我刚说搞对象这题目怎么样？这不错。那你唱上这个呀？贴近生活，嗯、符合青年男女的话题。对，搞对象啊。行，那我编编这个题目，试试啊、嗯。这个搞对象，好好，谢谢。哎，搞对象，嗯。搞对象，搞对象，好，什么都没干，先搞四个对象，你知道吧？那怎么着啊？往后唱啊！好吧，你让我唱啊，我就唱。嗯，你爸爸台下搞对象，对，他们俩，你爸爸台下搞对象，你叔叔，你叔叔，你舅舅，你舅舅，那你说谁？我爷爷。哦，嗨，我爷爷干嘛？不是你爷爷？行了，行了，行了。跟我们家没关系，谁呢？就唱这现象，就唱现象啊！不唱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这个搞对象，他的规矩多。什么规矩？一男一女最适合。废话，那俩男的说相声的那是。别，跟谁学的毛病啊？这都是真讨厌！哎呦，还挺娇羞。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嗯，咱们剧场里边少，公园里边多。对，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结婚的一对儿一对儿又一对儿，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哎，这别介别介，我听说你还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不不不不不啊！我有对象，你有对象？我都快结婚了，是吗？啊。你都快结婚了，是结婚了。那男的乐意吗？乐意。男的干嘛？啊，男的干嘛呀？女的不是，我说人家
您家长、啊、家长就是我那老丈杆子，老丈人乐意乐意乐意啊。那这个题目好啊，咱也不要唱搞对象了。嗯，这么办吧，你快结婚了，对呀、啊，我给你编这么一套快板词儿，然后婚礼现场当天这么一放，哦、直接唱这结婚，热闹闹，多喜庆。行啊，是吗？那您唱着，有红包吗？哎，您唱好了就有。这是你说的，我说的，我给你编点好词儿来。你要结婚。嗯，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行，你要结婚不行不行，我不用你说了啊！我结婚要什么火葬车呀？这车便宜啊，便宜也不用它。哎，有卧铺。对，还真是，是吧？没有站着烧的，可不得有卧铺？卧铺多舒服。不，不要这软卧，我这人太丧气。什么车？小轿车。你要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小轿车。哎，你要结婚，你跟我提。我买些个礼品送给你，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哎，这有地儿啊，有地儿，只要你送就有地儿。那我可送了，送你的。有电磁炉，有电饭锅，电镀椅，电脑桌，大彩电，摩托车，这个大花圈，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往你们家搁，往哪儿搁？你这样我不送了。你早该不送了。不说了吗？你们家有地儿，往你们家搁。我们家有地儿就搁花圈、骨灰盒。嗯，是吧？你刚才生煎吃多了。我没吃生煎呢，还。你这耳朵有毛病。不，你刚才唱的花圈骨灰盒。我没有唱。那你再来一遍。我来十遍也没。你再唱一遍。有电磁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电脑桌，大彩电，摩托车，那个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来，我哪句错了？大花篮，饼干盒，是吧？大花圈，骨灰可能是我听错了，那是。是的，您那耳朵是假肢吗？我生煎吃多了，吃多了。讨厌，再来，人来灵感全都避回去。那您再唱一遍。这个大花篮，它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呀、茉莉花呀、芍药花，还有牡丹花。好，这个饼干盒。他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一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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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悠，甭转悠了，甭转悠，这不还是骨灰盒吗？这个，我没说骨灰盒。废话，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整一圈儿，还一框子装相片儿。你告诉我这要不是骨灰盒，相片干嘛呀？新式，2023年7月份新出的。要那么新的还要相片啊？那看的呀，对吧？人家认得出来，你拿着外边吃去，没吃完丢在外边了。我不要。看着相片一看，哟，王桂芬，人家给你还是认错了，张九龄。张九龄啊，给你送家里去。我不要，不要送家吗？就要那个传统的，传统的，老式的。行，听你的。嗯，这个饼干盒。它真叫好，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好，这个买白纸写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这是办喜事儿吗？这个别老打断我行不行？您要说对了我不拦您。哪句？买白纸啊？不对吗？你们家喜事儿买白纸？买绿纸。行吧，买绿纸。干嘛？我画一小王八跟上头。买黄纸。买我什么烧符去？我怎么了我？买报纸。报纸干嘛呀？买，哎，买手纸先去。买手纸也不对。你说买红纸。红纸啊，不改了，不改了。买红纸写红字儿。对，你们家里那玩意儿还看得见吗？还我怎么对呢？买红纸得写金字儿。买红纸谢金。有谢金什么事儿啊？什么谁写金字儿？写金字儿。对，这个买红写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就听见外边汽车喇叭响，18个新郎往外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哪儿跟哪儿那么些人啊？集体婚礼啊？不要，我一个一个，就我一人。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对，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了，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你冲着汽车三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5分钟。什么什么？
什么着？不是，大伙儿要求你五鞠躬。是啊，五鞠躬。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的，嘴里的还把这个小曲儿哼。你看她秃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好，我娶猪八戒回来。不。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你看她瓜子脸，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身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头上扎了个白头绳，她怀里抱着个骨灰盒。亲你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夜行记》，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谢谢大伙儿，谢谢啊，哎，谢谢上海观众朋友们的掌声。是啊，非常开心啊，高兴来到上海这个城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哎，哇塞，没有想到这么人，好热情啊。对呀，刚进来一姑娘，干嘛去了？这是哦，好好，快回去吧，不要。送的什么东西啊？哦，看一看，谢红纸啊，不要了，不要您的礼物了啊，感谢您，我也怕打开了是给我一封的诅咒信啊，还往心里去了。哎，刚才郎浩辰、张九林，哎，他们二位鼠来宝，哎，下去休息歇会儿。今天呢，这是主角啊，换上位、您就不用提了。怎么了？介绍一下自己怎么了？介绍你就直接说名字呗，干嘛？你身上有狮子呀？不是，我上台就是一个，你抖了什么呀？逗哏演员的范儿，这叫你乐个六。怎么了？在场1200位，难免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啊。那背不住。好，你不认识，我想问问你，今天为什么买的票？啊，好像你说听见了吗？啊，哎呀，你个大胖脸，你还想起节奏？啊？他可是九成，就有人搭理你吗？你跟脸有谁说没有的？人家喊的多有节奏啊！别啊！我是说别拍，我怕他们鼓掌挥鼓的挺有节奏那种不太好。哎呀，你别拍！哎呀，别拍了，楼上也别拍了。哎呀！我没想到我来到上海，我成指挥家了，我都。你也来一个。后台他妈乐个六啊！不，这是你们该乐的包袱吗？人家没乐。丢人！你把嘴给我嘴给我闭上。是嘲笑你。你去，下回再来这儿，我给你那座椅底下安一弹射座椅，知道吗？弹台上来，弹到40000米高空里，不给你安降落伞。嗯，哎，没有想到，一直都说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是特别有文化，特别懂礼貌，特别能懂演员的观众朋友们。这还不懂吗？没有想到今天我来这儿这么针对九南哥。哎呀。你再喊呀，我听听。哎，爷爷在此。你干嘛改《西游记》了？别找我，这挺烦的，我这两天。你烦什么呀？有人欺负我。人这不叫欺负你。那叫什么？怎么就欺负你了？我没说今天。今天你们刚才啊，就捧他踩我这种行为不叫欺负我，这就叫虐待，知道吗？虐待不叫欺负，我是前两天，各位，我让人欺负了。
怎么你就这么发达的城市没有人性是吗？怎么没人性？你会让人欺负了？你碰见打狗的了？你放了，咱不说好了吗？你什么品种你忘了？你咱是光动口不能动手。哎，他跟你挑衅。哎呀，我告诉你，要不是这两年管得严，你知道吗？这要搁十年前，你早少块肉。是啊，没吓着他，吓着他进俩那女的了。我这往前走，那姑娘正去，给吓跑了。你等着啊，你等散场，你别走，知道吗？干嘛呀？哼，我让我们这几个工作人员一块儿，我们咬你。嗯，南哥走哪儿都是有队伍的，知道吗？哎呀，那你说说吧，说说让谁欺负了？有人欺负张老师，还张老师作为德云六队实力掌控者，呵呵，德云八队兼德云十队队长，哎呀，作为真善美的传播者，丰台镇八方，玉面昆仑侠，以及德云剑仙，剑仙了，完了，你找没找着地儿？这俩不行就分手吧。女的糊涂，男的也糊涂，你喊呀，你咬他呀，你不能你发生什么事就老让人家也那样。你又动又动手又动手，掐不是人家来着听你相声，来完了之后分手了，那多不好啊。是情侣吗？是呗。说话。哎呀，大的分承认啊？怎么是听不懂？听不懂汉，听不懂普通话是吗？什么东西？啊、哦哟！完了，今儿没玩好，每天是踢起来拿嘴能叼着，踢起来康康一口就叼着，今天不行。行了，快！什么呀？什么呀？哦，想把鞋扔下拿嘴给叼的、哎、你们这票钱翻十倍我也来不了这、嗯、哎呀这哎呀，你快说说，快说说，你说半天老说半截话，你说说具体怎么回事，让人怎么欺负，说出让我们大伙一块高兴一下。你们已经高兴好几分钟了，你来来，在北京有人欺负我，所以我来到上海，我想拥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没有想，没有想到迎接我的是上海观众朋友们的大嘴巴。啊，那怎么回事啊？哎，先叹气了。问问你啊，问你，问这个北京啊，北京的可能有上海观众不知道，北京是有环路的。对，上海是高架，北京是环路。以故宫为中心嘛，特别是二环呀、三环、四环，一直到六环。对，问问你啊，你走过二环吗？走过，走过二环啊。我问你，这二环是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走？谁都行啊。啊，你看这，你还老担心，你看老担心，快起来。怎么你这要现原形啊？是怎么？我们已经不想演了。我这包袱刚一张嘴，爹，狗不能走。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演这个作品已经五六年了，这还有人记得这个东西呢，是吧？啊，大伙儿都知道你什么变的。你把这个嘴给我闭上。我把这嘴闭上，把哪嘴打开啊？我就这一个嘴。啊，合着你的笑点是长在后边。哎，你这打开了，说说怎么回事？我还不说了啊！这底下都是狗不能走，我不对，谁都能走，你就不能走了。啊、我问你，坐公交车行不行？谁呀、啊？不，对，人都知道那狗不能上公交车呀。哎，你要导盲犬还行，可惜你不是那品种啊。我去坐公交车，公交车嘛。啊、哦，那天我坐在公交车啊，有的座是单独就一个人一排。啊，对对，一排就一个，我就坐这座。大
大伙儿应该都坐公交车。嗯，有的公交车那座是朝后坐，倒着的。哎，倒着坐。嗯，我就坐这儿，上来一大哥跟我坐对面，脸对脸。哦，我就不惯啊，把这正脸面向别人，因为什么？很多人都认识。哎，我听不见流言蜚语。他这时候听不见了。所以呢，我坐公交车，我喜欢什么呀？啊，哎，我不是挨着玻璃吗？把这玻璃打开，我把这脑袋探出去。这不行，你坐私家车你可能老探出去。不行，不行，那太危险了。我告诉你，这秃顶，这包你再笑，我把那大脸的头发薅下来给你直上，你信吗？什么手艺都有。我就探出去，我吹吹着风。吹风这多危险呀，多出一块来、啊、我毛毛撞死我自己的事儿。你这不坑人吗？坑人司机，你这我乐意，天天这么怼我，我还有活的必要吗？哎呀，看看看看北京啊，我的家乡，游览大好河山、嗯、看。那你上四环坐就能看见你们家。我乐意，我乐意。在二环坐你乐什么？1200位就你乐。一看他肯定他这样小区那边来的。你俩是什么组合？一个秃顶，一个 M 头，你俩什么玩意儿？你俩互补啊，坐一块儿，一卸顶一高发际线，哎，长得像我们贝吉塔赛的似的。那什么都看过，别搅和，差什么忘了这儿？你发生的事儿你忘了？探出去，我正看着呢，坐我前面正脸那大哥啊，也把脑袋探出去。得，他就想看你。那我怎么看风景？你躲不开呀、啊！我没法看风景了啊！我就说呀，大哥，嗯，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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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呢，嗯、啊，你往里，啊、对你把头缩回来，跟我抬杠嘛。嗯，你赶紧的往里啊！我这我看路呢啊！你赶紧往里，听见没有？就不，你说他多欠吗？那就对不起了。他要干嘛？中午他吃的赛百味、嗯、你都能看见，你是尝出来的，是看见了。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啊，嗯，我就决定我要买车，我要有自己的车。哎，那你自己开自己的行。当然咱们是有规定的，嗯，有车你得先有本儿。那多新鲜呢。我没本我就得去学本去，学驾照啊。我学驾照那年不像现在是四个科目啊，我学那年早就三个科目。哦，少一二三是交规、倒车入库和上路。哦，哎，交规简单，100道题答对90个以上就算你过。嗯，然后就是这个倒车入库，这也得练技术。我学的是这个手动挡，都拿这个练。学倒车入库，先得把车发动起来。嗯，嘿，怎么发动起来？嗯，踩离合、挂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就走了。你点火了吗？我等你这发动起来，你怎么没发动呢？有必要非说这个步骤吗？我听着让你发动，你没发动。你是不是没事找茬？没事找茬你有点。我不是，我就细致。点火啊，踩离合挂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就走起来了。摘手刹呀。让你考试通不过。这叫油离配合啊，油离配合。嗯，油离配合要是不好，这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什么呀？哎，油离配合啊，松得快了或踩得慢了啊，腾一下，车就停了。哎，憋灭了。哎，我这油离配合就不行。啊，刚新手都那样，掌握不好这个感觉，力度差点。所以我先开始学车的时候，我天天都是这样。嗯。哎，对对对对对对。净抖了。所以我驾校看着谁都跟熟人似的。哦。哎，看谁都点头。练倒车入库吧。嗯。是怎么？这边有仨杆，这边有仨杆，你把这车倒进来就算你过了。啊，见天练，白天在驾校练。嗯，晚上回家也练呀。那回家你没有车怎么练？有啊，吃鸡刺激战场。哦哦，游戏。对呀、啊、那能练着吧。这游戏里边是不是有车？地图里头是打枪的游戏。我不打枪，不杀人，不团战，不舔包，把地图里的每一辆车都停回车库。对，你这怎么想的？你
打字都夸我呀，啊，你真的是一个和平精英，然后是一排星号，对，啊，练了有一个月，嗯，考试啊，到，哎，考吧，这边仨杆，这边仨杆，嗯，到，到杆，打着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倒过来六个杆碰到一个，碰到一个，我觉得应该就没大事儿，那也是杆啊，那个考官从屋里冲出来了，嗯，啊，嘿，你怎么考的？你学没学？你要死你！你行不行？我说你至于吗？六根撞倒一个干嘛跟我这么凶啊？废话，啊，你撞倒的是什么教练？哎呀，嘿，撞一人呐！六个大小伙子把车抬起来，来俩小伙子给教练抽出来。好，在里头压着呢。上担架。嗯。走的时候教练冲我还比划呢。加油！哎呵，你一定能行。你得鼓励他了。练了一个月，这个倒车入库算是过了。哦。然后就是这个上路。路考，哎，你说谁一出生就会开车呀？那是，你不得慢慢的学吗？对，那有的驾校教练呢，说那话太气人。怎么说呢？他损你，说什么样？比方说现在啊，啊，你开车，我是那学员，你是学员，我是教练。哦，来来，你开车，我说，来，我开着，开，哎，哦哦，我开着。看着前面那人了吗？看见了。踩油门撞死他！不。撞人了那哪行啊？不能撞，不能撞人，不能撞，不能撞人，你还怎么踩刹车？对对，有你跟我废话这会儿，我早踩了。接着开，啊，开，你开快点行吗？嗯，开快点，开。你开这么慢，吃屎你都赶不上热的。踩油，你开这么快，你赶着吃屎去啊？怎么都不行了？哎呀，天天我就在这个忍辱负重中学习。哎，学了一个月啊，考试吧。考试当天呀，那个教练跟考官不停在那儿叨叨，嗯，看人行横道，嗯，手刹，安全带，后视镜，转向灯，看快点儿，注意点儿，人能提醒你呢，给我就说慌了，啊，乱，我一慌啊，我就把这个油门当刹车了，哟，这可危险，新手大忌呀，啊，刚要停车的时候，噌我就窜出去了，得，当就撞旁边一个大树上了。还好，哎呀，万幸啊，嗯，撞的是副驾驶，对，教练呀，六个大小伙子又过来了，车门给锯开，抬出来上担架，嗯，走时候冲我比划加油，哎，这教练这命真硬，正看着呢，嗯，这个驾校的校长过来了，嗯，我们这驾校啊叫肇事驾校，叫什么？肇事驾校。就憋着学完了出事儿的，驾校的校长姓赵，他开的驾校赵氏，赵氏这他们家族赵氏驾校，你改不行吗？校长找我来了，九南，拿这个信封啊，这是你报名学驾照的那个5000块钱，啊，啊，我们把它退给你，这啊，这个实在没法教你了。咱们驾校对面还有一个驾校啊，叫陶艺驾校。我说这校长姓陶，哎，你呢就上那个驾校你去学车去啊？我说校长，不瞒您说，嗯，我就是被对面驾校开除过来的，谁都不要。我说您让我在这儿学呗，怎么了要开除我？九南，不是我说话冒犯你啊，嗯，咱们驾校是一个小驾校啊，师资力量就不是很雄厚。哦，现在你手上伤的老师已经有数十个了。好嘛，我们说不能在这驾校在你这儿什么团灭了。太费教练了。我说不行，你要是实在不让我学，我就赖这儿不走了。跟耍赖。校长说那行吧，嗯，那你回家等电话吧。哦，等电话吧。嗯，等两天，校长给我打电话。嗯，哎，你过来吧。哦，可以啊。你那个本儿下来了。我这两天没学下来了。我想我科目三没过呢，我本儿怎么能下来？对，去吧。啊，到那儿一看啊，哎呦，学生站一堆儿，老师站一堆儿，受伤的老师站一堆儿。受伤的还来上班呢，大横幅啊，热烈欢迎张九南离开本校。呵，你走了半幸了。主管那个教练还给我剪彩呢，过去校长亲自发给我这驾照，这玩意儿真给呀，黑皮儿啊，打开了绿纸，对，照片、姓名、籍贯、年龄、身份证全有，驾驶证号、驾照一模一样，什么？这不就是驾照吗？唯独。跟别人不一样的是，驾照上多了两个字，什么呀？肄业。对，这没毕业。我一想，不管了，不合格，先买车再说。啊，这也买啊？先买车啊！不要买太好的车，
因为咱得练手。这新手反正找我师哥。谁呀？张鹤伦。找他买车啊？哎呀，我师哥人脉广，路子也。哦。买车买的车好极了。买好车啊？呀，桑塔纳。桑塔纳，桑塔纳千禧年典藏款桑塔纳，千禧两千年，这车比我小七岁，好买二十多年的车，好车，买完之后啊，这车啊，在我们家那院子里哎，铺了一地，什么叫铺了一地？都是零件啊，买的碎的，这是方向盘，这是轮胎，这边是螺丝。这边 VCD， 这边反光镜，这边后视镜。嚯，拼吧！太碎了。我爸，我妈，拼胶水、鞋带、攒、啊，这都什么工具呀、啊？你这攒，越攒发现后边零件越少，还不够，不够，没关系，上当了。我又往里边续进去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好，哎呀，这都能配到一块，好极了，这车拼完了，太完美了，弄一乐高这是，还差最后一步啊，就是上牌子。这边没人给你上牌子，那怎么了？交管局就行啊。你这碎车拼的，那怎么了？一样是车，能给你上啊？到交管局找一警察叔叔，哎，把车推到交警，推的，推过去，推过去。哎，警察叔叔您好，这是那个我这新攒的车，新攒的啊。收来您给上一牌照啊，经什么都无所谓，都无所谓啊，您上一牌照吧，警察看看。嗯，你这车啊，啊，我们是不可能给你上牌照。你看，就你这车开出去啊，嗯，把你撞死那都是小事儿。哦，我们怕你这车散了，溅伤着周围老百姓。好，我一想，那我没不给上牌照了，这不合格呀。自己买不能啊，买假的，自己买牌照，那这不行，违法。上网买啊，买一对牌照，前面一个，后边一个，买牌照算是运费，一共花了我50块钱，一共才50块钱，给我心疼的，这不，这比我买车还贵呢，嘿，车还不到50，我那车8毛钱一斤，按斤收的，这回这车完美了啊，完美了，这叫完美，准备上车发动起来，还能开，人生要有仪式感啊，对吧？站在我这车的主驾驶旁边，嗯，先把我这车门打开了。啊，有门，嚯，还往上翻的蝴蝶门，最新的。你个小村炮，你真厉害！哎，先不着急坐进去哦，坐进去是最后一步。双手握住我的特制方向盘，特制的，纯银打造，银色，长条，纯银，两边弯下来有两个胶皮套。这甭问呢，这是自行车那车把呀。对，我说了，训练你一辆自行车。对，那好了啊，然后点火。嗯、要踩不着你再换换。这黄豆吃多了，你这。走两步窜。哎嗨。还当上自行车这么上呢？开，嗯，20迈，就开20迈，风驰电掣，反比走着快点吗？20迈，我能体会到风驰电掣。嗯，知道为什么吗？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没有挡风玻璃。哎嗨，太惨了。哎，开，嗯，正开着呢，旁边啊，有一小车。哦，那个标啊，这儿一盖，这儿一盖，这儿一盖。什么？奔驰？奔驰，看着这车，好像比我值钱似的。甭好像，就是比你值钱。你值钱值钱吧，你抄我干什么？你这车都不值一咕噜了。他抄我，抄我，哎，我觉得有点瞧不起我。啊，那你要怎么着啊？有点，哎，有点侮辱我那意思。人家好车就开得快，抄他，你还抄他？抹他，嗯，加速。踩油门，咔！踩油门，嗯，超过去了，咱这车速，这能把他超过去？那他当然了，超过去，超过去不算完哦，我得让他知道知道丰台拓海的存在。
他还要飙一下。知道，我得让他知道车神的存在。他能飙车的吗？超过同志，我得喊一嗓子。干嘛喊呀、啊？让他知道我的存在嘛。超过去。这什么玩意儿叫唤？这接着开，风驰电掣，正开着呢，旁边有一交警给我拦下来了。嗯。停吧。嗯。遵守交规啊。对。停。40分钟，停下来了。40分钟，停好了。停好之后呢，嗯，把先玻璃打开，跟交警谈说话，对吧、嗯？哎，按一下按钮，玻璃慢慢往下降。像有侧面玻璃。对，没有前面玻璃，但是四面都有玻璃。啊，哎。对。交警还说呢，其实您不用这么费劲，您从前挡风玻璃出来跟我聊就行。爬出来。我说那好，往上抠。哎，同哎，还真这么干啊？交警说你先下来跟我说话行不行？对。车门打开，下来、嗯。警察叔叔您好，您什么事儿？嗯、俩事儿。哦，一啊，你压着我脚了。嗨、哎，你瞧着点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到这儿、嗯。那个，二一个是什么事儿？二一个事儿啊，嗯，不是我拦的你，不是吗？上一个路口那个交警拦的你。哇，40分钟开一个路口。哎、不是我，不好意思，我这个车太快，刹不下来。这个。您上车，我带您回去，咱们那个路口找那个警察叔叔去。他上不上？警察说：“谢谢您啊、嗯，我这个婚姻很幸福，啊，家庭很美满，嗯，我没有必要坐你的车作死。人都知道你这玩意儿危险，自己去吧，自己去吧。那我走了，上车，上一个路口找那交警，下来之后跟交警说：嗯、警察叔叔您好，您刚才叫我是不是什么事儿？您问您，嗯，你刚才是不是超车来着？啊。”超一奔驰对吗？嗯啊，我说对，那速度太快，没办法，人生嘛就是这样，我特别快啊、嗯、啊呸，这个好、啊，什么都往外说、啊，你说说，这得多少人对你失望啊？闭嘴，臭 M 头跟秃顶、嗯，你刚才超那奔驰，嗯，奔驰被你超过之后，在路边停着。那司机趴方向盘上半天没动静，哟，怎么了？赶紧看去！哎呦，赶紧去吧！啊，到奔驰旁边一看，主驾驶一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嗯，副驾驶有一女的搁那哭，赶紧问怎么回事吧。被你超过也不是哭啊，大姐，大姐，您怎么回事？怎么这大哥怎么了？我哥，这是我老公，我是他媳妇儿，我俩开车新买的奔驰嘛，说出去兜兜风去。嗯，然后呢？我老公说光开车没什么意思，想来点刺激的。然后我老公呢胆儿就小，我都给他放那个日本那个恐怖片招魂的咒怨。哦，然后正放到那个鬼从那井里往外爬的时候，旁边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啊一嗓子，多巧吧。我老公当时趴那儿就不动了。哎，吓坏了。大姐，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嗨，我这个警察说你行，你甭废话了，嗯、驾照、行驶本拿来看一下。对，哎，把驾照给您，行驶本给您，叫你看看驾照。嗯，你别走啊，你别动啊，太假了。看一下你的车呢？你这车牌子是什么网上买的吧？我说警察叔叔，你怎么知道我这车牌子网上买的？啊，废话，车牌子上面还有四个字呢，写什么呀？好评返现。哎呀。你倒擦了他呀，当时就给我逮进去了。嗯，哎，所以知道为什么我去年8个月没有演出了吧？哼，是因为开车开的。你老要动手，是不就这事儿吗？我今儿让你媳妇对你永久失望。你自己说的，当我们大伙儿面说的。你他这玩意儿，哎呀，气死我了！别开了啊，嗯，就好好演出吧，进去待些日子，嗯，痛定思痛，对，改过自新，嗯，出来之后啊，哎呀，老话说呀，嗯，老话4个字的成语说得好，哪句呀？否极泰来。出来之后，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桃花运是真旺盛。哎、姑娘呢，说是相亲就奔着结婚去啊，跟人见面吧，
姑娘很直接，就问那个月收入多少？因为人奔着结婚去嘛。啊，月收入多少？我们说这个月收入呢，我们是按演一场呢给一场的钱，有底薪，一个月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呢，有五险一金。各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有说了，师傅师娘都给上，德云社对我们非常好，永远爱师傅师娘，感谢师傅师娘对我们的栽培，啊，就是当时说，不是说今天你们有录像这么说，当时也这么说，真的，你们太瞎琢磨，当时跟着这感谢师傅师娘对我们啊，就是很感激啊，好，知道我们不用拍马屁了，行，然后这个家里条件怎么样？父母身体都很健康，有这个退休保险，有养老金，不用你操心啊。有房吗？啊，已经开好了啊，不是那个，已经买好了，已经买好了，开发商已经盖好了啊，已经开好了，开发商已经盖好了，简称已经好了。那你有车吗？说到这儿，戳到我的痛点了，真是的，没车呀，我那车让人家给拆散了，对不对？是。那我怎么说？我说没有，让人瞧不起。我咬住脸，有。那不瞎话吗？那行，那哪天呢？你开着车没事，你来接我，咱们去出去兜兜风去，好不好？行，他走了，回去我得当事儿办呀。对你没有车，你怎么办呀？再弄。你怎么不痛定思痛的？再弄，找我师哥，张亚伦。上一次买的是8毛钱一斤的，这回买多少钱的？这回买1.5块一斤的。我翻一倍的，铺的我们小区都是，这更碎了呗。传吧，传到最后还是零件不够。我往里又续进去一辆脚踏船。就你们家除了汽车的零件，别的都有。哎，这车，哎，这各位你们都没见过这车啊？四个大座，主驾驶、副驾驶。那不汽车可不四个座吗？后边俩座，你们没见过啊？每个座椅底下都有一个脚蹬子。你那座是玻璃钢的吧？好车，开出去。这回四面都没玻璃，接他去，接他去。下来吧。他一下楼一看我这车，他都惊呆了。哇塞！这路上见这玩意儿，概念车。哦，概念车，净剩想象了。行，那你带着我咱出去兜风去吧。我说这个现在不行，你看现在是早上得8点，正是早高峰。警察叔叔们都上班了，那是因为您也说堵车的事儿。而且呢，咱说实话，去年我发生点事儿，我已经上了北京交管局的黑名单啊，所以呢，我现在不方便，咱们呢先蹬着，蹬低碳环保，低碳环保。到晚上天黑了，大伙儿都下班了，我带你把车发动起来，我带你体会什么叫速度与激情，激情啊，速度与激情啊，这刚出来你，咱先蹬吧。蹬，主驾驶搁这蹬啊，副驾驶搁这蹬，带着四环，我这回圈大了，四环一日游，对，不一天也骑不回来呀。蹬，早上起8点蹬到晚上8点，姑娘都累得不行了，别蹬了啊，两条腿的筋都快断了，这姑娘体力够好的了，你把它发动起来吧，我看看什么叫速度。对，我说不着急。路边有一小卖店，咱们娘俩不是咱们那个，给你介绍一多大岁数的这是，你这张嘴能跟人那么客气？咱们侄儿俩，咱们哥俩，咱们俩人啊，先买点水喝一口，哦，补水，咱们先对。喝两口，咱们再蹬啊！把车停路边，到小卖铺啊！哎，老板您好，给姑娘来一瓶常温矿泉水，常温矿泉水啊，体贴，给我来一瓶啤酒。怎么了？酒后怎么了？开车？我这叫开车吗？哦，对，他这没开起来。哎呀，行了，发动起来。坐好了，主驾驶、副驾驶。发动起来，这还用摩托车那把？速度太快了，快，正开着呢。怎么样？路中央出现一老头，环路上出现一老头啊！哎呦，赶紧刹车呀！对呀，啪，捏闸呀！
好，你甭管它是什么制动形式，能不能刹住吧？咔一下能刹住，闸线就崩了。哎，这嗨，但是没关系啊，因为当时啊，我上一个事情就是40分钟停到路口，我才吸取了血样的教训。这回呢，我安装了一个 ABS 防抱死系统。你这车都浪费那个 ABS 防抱死系统紧急制动，那它能给你刹住？那当然了，主驾驶、副驾驶各有一个。啊！当时我把车门打开，他把车门打开，把腿蹬出去，哎，啪！拿腿蹭，有5秒腿就收回来了。对了，鞋底都磨没了，是受不了。这时候不要慌，嗯，跟老头说话，哦，喊一喊，让他躲躲。那当然了，对，探出去，嗯，呆。你甭探头，大爷别慌，咱们俩躲开就撞不上了。对，错开了。您往左，哎，我往右。对，当时都往一边，老头啊就往他的左边啊，我就往我的右边，撞上了，当时就飞出去了。嗯，躺地下3秒，大起来了。老头身体不错，嚯，可以啊！我说让我往左，你往右呢。嗯，你瞄准了撞。老头还没事儿，赶紧过去。大爷，不好意思，您没事吧？嗯，没事儿。嗯，年轻时候练过，那还行啊。得亏没事儿。那你这就行了。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大爷。这那没您没事儿，那行，那我对不起，那我们走了。啊，哎，别走啊！干嘛？赔点钱吧。没事儿，别捡。嗨，您怎，您不没事儿吗？对，我一说没事儿，老头叮咣躺地了。哎呀，颅骨粉碎性骨折。好，那还能说这话来？来10万块钱吧。这碰瓷儿啊！那姑娘，我那约会那姑娘啊，一听还要钱呢，啊，从她那副驾驶挪到我这主驾驶，掉头就跑了呀。她开跑了。嘿，这娘们真仗义呀。嗯。人没了，车也没了，我得追呀！啊，起来我就追我的车呀！嗯，老头一看我跑了，老头起来追我呀！哦，对吧？跑吧，穿大街越小巷，啊，你别说这大爷体力还真不错，能跟得上，一直没甩开。嗯，穿大街越小巷，跑进了一个黑胡同。嗯，也不知道谁缺德，哦，地上有一井盖，他把这井盖给挪开了。哦，我眼神不好啊，嗯，没看着我就掉井盖里头了。哟，掉井里了。我心想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嗯，没2分钟，老大爷追上来了。哦，老头一看我，要不说嘛，人上岁数心地还是善良。是。老大爷一不说话，一伸手把你拽上来，把盖盖上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买卖论》，表演者李小葵、梅九亮。哎，是绿，还没有戴帽子呢。哎呦，那得拜托九南了，你闭嘴。这个相声大会，嗯，今天是张九南的相声专场。你们都什么毛病啊，都得先看看是谁的。二位刚才非常的辛苦，是下去休息休息啊，让他们俩把这口气给咽了，就是俩人说完就死去。哎，他们俩死了后边谁演呢？废话，那也没把那口气咽了呀。那应该呢，把那口气换了，把那口气换了，对，换完再咽啊，就非得死，就是下去休息休息。是刚才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嗯，名字叫我没听，哦，给谁办专场都不听是不是？叫《夜行记》，对，是不是？这场呢，该我们哥俩演出了。嗯，放眼望去啊，来那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哎，都是衣食父母，特别的开心。嗯，我们俩应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啊，也得认识一下。希望大伙儿能记住我们哥俩叫什么。是，想必您各位也有想知道我叫什么的，有想吗？既然楼下的不想，楼上的想知道我叫什么吗？楼上比楼下还齐呢。有没有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好好好好好，我听见了，听见了。是是是。既然大伙儿也不想知道他叫什么呢，我们就不介绍了。
那谢谢，可以了。哈，可以了，各位妈妈，没想到这么热情哈。既然大家伙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哈，是，那我就在德云社道个号吧。什么叫道个号啊？提起我的师傅来，那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啊，您的师傅叫响当当。你师傅叫滴里咣啷啊？没有，我师傅叫德刚。德刚不错，德刚，德刚，德刚挺好，德刚。我用你捧啊！废话，谁师傅能叫响当当的？你说的响当当的人物、啊、名字。你师傅也有人名。你师傅是狗名，你师傅挺好。哎呀，你这辈子够呛有商演了呀！我这不站在商演的舞台上了吗？怎么了？就你这辈子，你那个名字也不会出现在那儿。我怕从那上面摔下来疼。啊，都给你挂那儿是不是？废话，名字挂上去，把我尸体挂上去是吗？德云社干得出来呀。我想介绍一下名字啊，名字对不对？嗯，我师傅他叫栾云平。那么聊起栾云平来说，要不要知道一下他的小徒弟叫什么？栾云平也有不管用的时候啊。哎，那我再换个人吧。啊，还有山头的。提起我的亲舅舅来，那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啊、名字。啊，是是。他叫岳云鹏。对对，就是变烧鸡的那位。没想到家里边也有电视，都看电视啊！我闭嘴你。想当初这个岳云鹏多么爱我，现在也是很爱我的嘛。想当初多么爱我，对不对？聊起岳云鹏那么大的咖位，要不要知道他的小外甥叫什么名字？俩人都不管用。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呀？今天的观众不好骗。搁哪也不好骗，怎么了各位？嗯，虽然是这个张景南高九锤的专场，是，再怎么说您各位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是我们三个的衣食父母。那我的呢？爷爷奶奶。那要这么聊天的话，我想问问谁还不心疼隔辈人呢？隔辈人介绍一下你们这小孙子，想不想知道叫什么？我不想说了，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名字怎么介绍那么欠的？怎么？哎呦，孙子最近叛逆呀、啊！哪孙子叛逆的？你这个孙子呀！行了，不跟您各位开玩笑了。他们不想开玩笑，他们就是真心。我给我自己找一个台阶，请让我下去，不要再让我扯不上亲了。啊，从那儿下去，那儿通道。行了，不要聊上上下下的问题了。你尽可能的向着我点说啊，要不然我可给你讲故事了啊。我给你讲故事能吓你一跳。哎呦，还给我讲故事。今天给你讲一个感人的故事，你听不听？什么感人的故事啊？滚。这哪感人呢？感人吗？对，感。我回来。在台上还没五分钟你就下去是吗？哪个感人呢？这包袱多好，这包袱没听说过是不是？嗯啊，扣谁钱？这个谐音梗就扣钱了是吗？你要这样我再给你来一个谐音梗。还有这包袱呢？我的搭档一如造诣不错。是吗？他的相声就如同饮料柜里边放满了雪碧和美年达。怎么讲？没有可乐的地儿。没有。扣钱，德云社都什么人？你们还是不了解的吗？哎呀，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好人，都是好人。站在台上了，允许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个小学员，是是，小学生是小，辈儿辈儿，你给我闭嘴你！这个小字科的小学员是是是一个，你别乐了，你个大胖丫头，站。有这么聊天的吗？就是我是北京德云社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要不还是小学员吧，大哥你别起哄啊！我说大哥不眼熟吗？一个九零后的相声演员。孙子，这没有什么区别啊。我是一个八零后的相声演员。你再想想。我是木乃伊。
哎呀，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啊。废话，我也没想到，不跟您各位开玩笑了。是是，1991年的你啊，长得是稍微老了一点点。哎呀，还稍微老一点点。哦，你看着比栾云平还老呢。我自己还挺谦虚，长得稍微有点点老啊。我的名字能不能说出来？可以，就不让，就是上海人民忌讳这三个字儿。我说出来了吧，他们都忌讳我。就是这三个字儿，忌讳这三个字儿、就是。我叫张九南。忌讳吧，忌讳这三个字儿。不忌讳，因为上海人民也养狗。是忌讳你那三个字儿，小字科的一个小学员，哎呦，辈分比较小，爷爷奶奶们，我叫，这便宜他们可抄啊，但介不介绍先搁一边，我叫李小葵，终于说出来了啊，再见，下班了。你撒开我，这扣可勒得可死了，你知道吗？介绍完我别脱了，别脱。介绍完我以后呢，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啊，我。你捧腮帮子人，我可不乐意啊。您各位可以不用知道我叫李小葵，是是是，但是一定要知道李小葵的搭档。对，那您就介绍介绍。您各位可以不用了解我叫李小葵。但是一定要了解了解李小葵的搭档，您各位可以不用认识我叫，但是一定要认识认识。那么说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我姓搭叫当，姓搭这是不在百家姓当中吗？对，我还叫当呢，我，你老当他干什么？我还挺便宜我。便宜不应该适合你这个词语，别废话啊。嗯，哪儿去介绍我的名字，介绍你的名字。对呀，叫甚？叫腰子。腰子你应该在淄博待着，你跑上海来干什么？上海人民也需要串儿。那不叫串儿，那叫什么呀？杂交。你哪怕属于混血的。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哦、说我的名字，自个儿说吧。都到三场了，还我自个儿说呢，我累了。你，你这个身体比他还差呢。他身体差不差？你怎么知道？没有量，下个月宁波张永南的专场，咱俩还去。你要这样的话，咱俩估计去不了了。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他那个反应快呀。那你以为呢？我以为他开车呢。那倒是啊，他推井盖推得快，没听说过啊。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吧，就是我自个儿说。对啊，可以。大家好，我叫梅九亮。各位，您诸位也是没注意听讲，是是是，你别鼓掌了。我是让他介绍一下他的名字，介绍了，没有让他介绍他的酒量。我的酒还没有演出完呢，庆功宴都喝上了、哪有庆功宴去啊？啊，我让你介绍你叫什么？你说你没酒量。哎，我问你啊，您贵姓？哈，我不能喝。谁问你了？谁告诉你不能喝呀？那怎么了？名字起的叫没酒量，名字叫没酒量。对呀，这倒霉名字谁起的？问你呢，你要不下班吧，让他们来得了你。你给我回来！怎么了？跟上海人民没有话？什么叫上来背十分钟的两回电梯下班了？哎呀，下班快就是。下班快什么快呀、啊？废话，哪你这？我问你谁起的？怎么了？不明白吗？人都说了你爷爷起的。我爷爷入土了，你说哪个爷？这话都敢说？应该说那是师爷起的啊！你师爷起的。我师爷给你起名字，你们什么关系？哟，这话问到我了啊！什么关系？有没有可能是师徒呢？师就是呗，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有没有可能？老话说得好啊、师徒如父子。对呀、他是你的先生，你是他太太。
我给你配对来了是吗？先生太太这不一对吗？不是尊称为先生吗？尊称为先生，教育我们。您的先生是郭德纲郭老师。是是。想当初在舞台上的时候，郭德纲这三个大字我都不敢提起啊。您不敢说？那是当然。现如今郭德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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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招魂呢你？我还骑马呢，我招什么魂啊？我那个骑马像话吗？原来不敢提起的原因是因为我怕他不要我，现在为什么敢呢？哼，彻底不要了。对是。对你是，但是拜谁为师都不影响咱们站在德云社的舞台上说相声。那是奉劝更多的笑声。嗯，这虽然是这个张景南高九成的专场啊，是每个人的专场，每一场演出都希望您各位多来听。咚，呦呦，这话你给我说清楚了，多来听啊。啊，那 是多来捧、啊、尽可能的不要一个人来。您的意思是比较无聊啊？哦，您多来一个人，两个人来就个伴儿。对对对，我们就能多挣一份钱呢。是德云社多挣一份钱啊，咱挣着死工资。对，我不是说多挣一份钱的意思。那您的意思是多来一个人听相声，找一个伴儿、嗯、促进两个人之间的友情，交朋友嘛。你好比说你带着自己父母来听相声，是显得您孝顺啊，家庭和睦，孝顺的行为。嗯，带着自己的朋友来听相声，是促进两个人之间的友情。那、啊、您说了呀，多好是不是？啊，带着自己的媳妇儿来听相声啊，显得两个人多么浪漫呢、嗯、夫妻恩爱。带着别人媳妇儿来听相声，夫妻，我祝你平安吧、嗯、是不是？别废话啊。嗯，哪有带别人媳妇儿来听咱们的呀？都来听德云社的相声了，什么事不能发生？是，那也没有带别人媳妇儿来听的啊。带别人媳妇儿来的给我站起来。好像就咱俩站着呢。你是谁家的娘们儿？是。那你看你绿不绿？滚一边去！废话呢，没有带别人媳妇来听的。前一日的专场我也问，有没有带别人媳妇来的？在某一个角落，一大哥站起来举手，有，举手示意。我以为他要起义呢，生怕这2000多人也看不见他。嗯，关键是他站起来举手示意不要紧，是旁边那小姑娘脸臊得通红，都看他呀，实在是受不了了，是玩命的拽他，你闭嘴吧，你别说话了，我老公在台上捧哏呢。他是得这么举手，怎么了？他是怕我看不见他，多新鲜的，带我媳妇儿来的，不应该吗？怎么不带你媳妇儿呢？把我媳妇儿贡献出来，你别让我问住喽。嗯，于谦于老师，人家祖宗18代都贡献出去了，你差点啥呀？我差的还是很多的，是不是？因为他都是真的。你这句话我觉得有待考证、啊、别废话啊，就是希望您多来多捧。是我们说相声吧，嗯，是不是？有的人也问我说，你们说相声的算是生意人吗？哦，咱们是做生意的吗？其实不是。哦，我们是嗯哈哈哈哈，他们喊诈骗，你怎么那么开心，你怎么那么猥琐，你要变形啊你。不是，因为他们看出来了。诈骗也不是我们小哥俩诈骗的，因为咱们挣的少，不扣那个诈骗的底线。你去边去，那俩够。不是诈骗啊，我们这不是生意。那咱们是？我们是熟意，给咱俩蒸熟了。蒸熟了那是螃蟹，那是啊。是这个为什么是熟意呢？脸熟为一宝，看脸。你举个例子来说，就拿您各位举例子、嗯、走到门口就肯定的售票处啊、嗯、水牌子上面写着张九南高九成，您各位认识就买票，络绎不绝来了啊。那是对不对？嗯，再换举个例子，上面写着梅九亮。我您各位不认识，嗯，还琢磨梅九亮啊，这孙子谁？这是什么叫这孙子谁呀？不认识呀。那也没有必要骂街呀。所以说我们这是熟意。嗯，什么是生意呢？生意生出一个主意去挣您的钱。嚯、哦！而且这个生意跟买卖还截然不同、哦、这俩还不一样。买卖是有买有卖，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挣您中间这个差价，这叫买卖。而且据我个人分析啊，您买卖分这么两种。哪两种？一种是让人的买卖，一种是不让人的买卖。哎，这我没明白啊。你没明白什么叫让人的买卖呢？让人的买卖就是鞋铺、哦、卖鞋，卖鞋的地儿，不是咱平常老百姓穿这个平常旅游鞋什么之类的。什么鞋？就是我们舞台上穿这个老北京布鞋啊，圆口布鞋，是特别的让人，特别的客气。怎么客气？客气到什么程度啊？您不打算买鞋，从人家这个门口路过，也就是这个掌柜的，也就是老板，嗯，瞧见您以后三言两语把您让进来，买卖经买卖货这么一推销，不打算买鞋就能把鞋买走了。
就这么客气。各位听见了吗？这叫诈骗。怎么老诈骗呢？怎么？废话，我不买鞋啊，打他门口一过，跟我说两句话，我把鞋买走了。对了，这不就是诈骗吗？怎么可能？你先等一会儿啊。这人家会聊天，会聊天啊。嗯，你找他们，找他们给我推销，我就不买鞋。你就不买鞋？我就不买。就不买？就不买。你舅妈买不买？我就。别废话啊！别抬杠，知道吗？哪儿我还非把他们找过来？嗯，我上哪儿找他们去？那您的意思是？是不是？我跟你说，不用找他们啊，咱俩在这表演表演。咱俩好比说这个，我是这个掌柜的老板啊，您是从这门口路过的一个大街上的一个顾客吧，算是啊。我把你让您来，你就得把鞋买走了啊。明白了，你就得买，就是你卖啊，我打门鞋，我卖鞋。捧哏的一共没几句词儿，尽可能这两句不要断开。你卖我卖什么？就我这模样的，我卖谁买呀？大哥就别说话了，大哥。哎呀，看得出来上海人民还是有钱的呀，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都往家买。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哎，我们是相声演员，青年演员。啊，好好，可以了，可以。你也是多余说这句话。我们是德云社的人。因为德云社毕竟还有狗嘛，人都不行啊！我跟你们商量呢，我这儿。您看着像蛤蟆，我看你像个王八，我像个蛤蟆。那我就像王八呀，是不是？啊，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卖鞋，对，我打你门口一路过，嗯，说话了，我就买鞋，打招呼就买鞋，来一回，来就来吧，我就不信这鞋，不信这鞋，你就不信这鞋呗。买卖开张头一天，放眼望去，来那么多人，嗨，瞧瞧，我这儿鞋铺特别开心。刚才过去的是一条狗吗？你回来，回来，回来！你干嘛呢？你这出溜一下过去了。你还挺会玩，你还挺童真啊？怎么了？咱俩打个招呼行不行啊？哦，没打招呼。废话，你跟我说句话呀！我忘了，跑就吓我一跳，你这个是不是？别玩了，吃完饭这里玩。哎呀，开张第二天，滚！干什么？你走在大街之上，人家给你打上招呼，你给滚！有这么聊天的吗？有时候也挨揍啊。你看他们多客气，温柔点会不会？你说温柔点不就完了吗？吓我一跳，能温柔，能温柔。开张第三天了，我这买卖不知道这么难干，我跟你说。吃完饭要遛弯。先生您好，滚。气得我裤子都掉了。你也是不理解你的。我让你温柔点跟我聊天，不是温柔点滚。多温柔啊！已经干嘛呢？说话会不会？你一句我一句聊天行不行啊？哦，就跟我卖双鞋怎么那么困难呢？怎么比说相声还难呢？我这哦，你别死台上啊！我死台上他们还上来吗？他们还是就吃席了就。就明白您的意思啊？你好好的行不行？像个人似的，好好跟我聊天，那逆子。哪我就逆子啊！明白了，明白了，也就跟个人似的。刚才演的是狗啊！嗨，不要老说那句啊！来来来，买卖开张第四天，都没碰见个正常人。吃完饭遛遛弯。怎么来一河南人的呗？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啊！是是。那个上我们屋里凉快凉快吧。哪我就上你们屋。上我这买卖铺屋里边凉快凉快。你这什么买卖呀？我是鞋铺，哦，卖鞋的。对了，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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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怎么了？我说了吗？买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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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吗？刚说完。废话，我是跟你讲述一遍啊，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啊，交朋友。不是卖给你鞋，是不是？啊，那可以。过来吧，打听打听。那么热的天，我们屋里最凉快。是是是，过来坐这儿，先聊天啊。问小张，没眼力劲儿的，气啥去？没看见老客户吗？每年买十双八双的鞋，你知道吗？我怎么那么费鞋呢？我来来来来，给你先喝着啊，就放这儿吧。先聊天啊。你多大脚？哦，穿多大号的鞋？对对对对，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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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我这人职业病，逢人就爱问这个，我就想问问你是多大的脚啊？你看我别人跟别人聊天，我也不知道聊什么，我说卖鞋的嘛，就是聊这个啊，没得聊。你这样，你干脆你也别告诉我了啊。就我干了20年的经验，我看你这个脚啊，三四的。多少年经验？20年。20年的经验。嗯。丢掉它，捡回来。什么就捡回来啊？看错了，知道吗？怎么了？我这41的。41的。对呀，小张。把那个4D41那个新的皮底里夫尼那双鞋给我拿过来。对，不拿过，别拿，放回去。干嘛？不买。你这话说的，没让你买鞋。干嘛？虽然咱俩不认识，街里街坊住了10多年了，我听说呀，这个跳广场舞这帮大妈们经常夸你这个脚啊，长得特别的漂亮。夸我？你做个眼角膜，不是那个角膜。什么眼角膜？你给我做个角膜。你先等一会儿。行不行？我不用你动，我扶你试试样子。扶我试？不是，太客气了。好了，多好看。就跟定做的一样，哪儿定做的一样啊？不合适啊！怎么不合适？大就对了。怎么还对呢？新鞋，乍一穿上是大，过两天一回旋就行了。一回旋就行了。对，就行事了。您听错了，是脚大，鞋小，怎么回旋？脚大啊，鞋小。河南人都这么聊天吗？那个龟孙关我，我打死那个龟孙。别废话，那也合适了。怎么？这是新鞋，你乍这么一穿，它是小，过两天一松旋就合适了。您这鞋要大，能回旋；鞋要小，能松线。鞋里有松紧带。我买松紧的鞋是吗？样子也好看啊，就跟定做的一样，多漂亮。样子哪合适？脸长，刮风不往里灌土。脸短，透风不长脚气。我踩了一下，底儿厚。底儿厚啊？又和砖头瓦块不硌你脚。我感觉错误，是底儿薄。底儿薄啊？底儿薄，走到轻快，显得你小伙子干净利索。他底儿。还有什么问题？你说。他不能打高尔夫。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他能扇你大嘴巴子。什么话这叫啊？你那点什么货？有拿鞋打高尔夫的吗？这个？不是没得挑了呀，这没得挑，那这鞋你要不要？就放这儿吧。放这儿了，是。瞧瞧，闲聊天啊。问有孩子吗？有孩子呀。孩子是自己的吗？是跟你有关系吗？我的意思是，不是自己的，咱就不疼的了。是自己的，亲生的啊。孩子多大了？孩子今年啊，2岁。2岁。对。小郑，把那个2岁小虎头鞋给我拿过来一双来。来，别等会儿，别拿啊。怎么着？这双都没打算买。你这话说的，这鞋不是卖给你的，那是本店优惠活动，买一送一，买大赠小，这是赠送给你的，买一送一。对了，一会儿啊，你留一电话，有什么事我直接给你打一电话，直接给你送家去。真好啊，上门服务，没问题呀。你瞧瞧，买卖做成了吗？买一送一呀，虽然是赠送的，但是那个小鞋的钱依然是在大鞋里边出，一样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嚯，所以说这就是让人的买卖。那不让人的买卖？不让人的买卖就是棺材铺。什么铺？棺材铺，卖棺材的。对了，棺材铺不让人，哪怕买完棺材前脚就走了，扭头跟人说再见您的，再见都不能说。你前脚说哎呦再见您的，回头就来一嘴巴。怎么打上了？我们家还在死人是怎么的？谁家不死人来这儿干嘛来了？那就不吉利。所以说棺材铺不让人。你先等一会儿啊。他这么聊天 啊是的，有点不合适了。你像鞋铺，鞋铺学那个鞋铺怎么着？说上好话，沏上好茶，聊聊天，哎，来个优惠价，买一赠一，棺材铺买一赠一，早发了呀，还早发了。对呀，那准打起来不可呀。这怎么能打起来？说上好话，央个人家，也行啊。那这是你出的主意啊？那咱哥俩再来表演表演，再来一回。好比说，这就是大街之上啊，你还是得遛弯的，我遛弯。我这回是棺材铺的掌柜的，是。你从我门口路过，我推销棺材，没问题呀、行，一样啊。来吧，您的，来。还有这要求？是，满足你吗？吃完饭遛遛弯，开张头一天，请。哟啊，先生您好。您好，您瞧您这一脑门汗的，是热。上我们这屋里边凉快凉快。您这什么买卖呀？棺材布。来，不买，没让你买，嗯，就为了让你上我这屋里凉快凉快。是啊，街里街坊住那么多年了，你扫定扫定，整条街就我们家最凉快。是你们家没法不凉快啊！进来，你们家是瘆得慌。今天有这别拽，别着急啊！今天有活动啊、搞了一个小专场，来的人挺多，没座了。你坐这棺材盖上吧，坐这棺材盖上。我站着也行。别往里躺啊！没有往里躺的。先等会儿，先小张，
没眼力劲儿的啊，没看见老客户吗？每年买个十口八口的棺材，你忘了？那才老死人呢！沏茶去，快点儿！来来来，给您喝茶来。就放这儿。来来来，闲聊天啊。问您这身高是？啊啊，身高是多高？哦，职业病。职业病，逢人就爱问这个。哎，问这个啊，1.76米。1.76米。哎，这口棺材躺你正合适。哎，山木两包萝卜底，金丝楠子盖，躺里边10年8年烂不了。上面条下边沿儿，有一个雕刻的小张小相片，我扶你躺里试试。不用。是您这棺材还是骨灰盒的玩意儿？甭管，这是他试试。这没有是棺材的啊？不是。再聊会儿啊？聊。家里边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了？2岁。2岁。对。小张，把那个2岁小火匣子给我拿过来一个。别拿。拿那玩意儿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不是卖给你的。嗯，本店优惠活动，买一赠一，买大赠小，这是赠送给你的。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留一电话，打一电话，我直接给你送家去。我都给你打回去，我不要，我走了。你别着急走啊！干嘛呀？把这小火匣子拿着呀！我要它干嘛呀？回去哄孩子玩啊！它又不是玩具，你把孩子放里边，按4个小轱辘当小车推呗。这，那孩子坐里边闹啊！闲闹，你就把杆给他钉上。钉上，对了，钉上不闷死了吗？闷死正好啊。怎么呢？推坟地就埋了。推，去你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洪阳洞》，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哎，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好黄，其实我是个榴莲，外表黄，内心更黄，还很臭啊。好玩吗？人那说的是实话。他说什么？那不好玩谁看你？哎呀，怎么刚才下去吃什么了？闻见味儿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大老爷们听着包能乐成这样，哪儿来的？哪儿？你横什么呀？本地人不横啊？上海本地的啊？嗯，行。你也没词儿了。我也都是外地来的啊。这要是在北京怎么样？你要敢跟我这么说话哦，2分钟你的脸上全是我的唇印。咦嚯，他是真上嘴呀、啊、亲死你知道吗？嗯，谁敢跟我横一句。嗯，不是，咱你甭给我来这个一帮人啊，咱就定向打击，就定点打击。谁？对啊，谁前排的挑一个喊，哪个？就那大饼脸是不是？你把手举高点，我不骂你两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命百岁。你看他敢说什么？他只能说谢谢。废话，这是骂人的词儿吗？你我不会骂人，我不行。你不会骂人？我不会骂人。可是就会骂我。我没骂你，我不像你是嘴那么损，你老跟人家互相怼。骂街不会啊？不会、啊。叨的什么二楼的？听你听我呀，没话筒扯着个嗓子搁那喊，你单身吗你？是不是？是不是单身？你还在单身？我管着你去。干嘛去了？尿尿去了？你看看，就你这是什么德行？作为演员，你跟人不会好好说话吗？好言好语的，干嘛非得老要骂人呢？你看咱们这不骂人不挺好的吗？天天说你是狗，你能脾气好啊？那你这狗也有温顺的呀？怎么你当狗还当初理来了？你那优酷录像啊，你这。录像怎么？我也没骂人啊。你不会骂人啊？不会，你甭叫我这。就骂他。我不。那是你是不是左手有纹身？啊，你等着啊。干嘛？给他洗了。我看着像立白啊。
他这画的呀，骂他两句。我不会，彰显一下石家庄人的气势，让他点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关键我不会骂人，咱这心地善良，我不会骂人都不会。三要素，什么三要素啊？那个主语，随便一个亲属，随便一个身体部位，整。你等着，你问怕什么？你等着，你别走。你等我师哥这脑子琢磨过来的。哎，我听出来你有点侮辱我了，对吗？没有啊，不就主语。身体部位，随便一个亲属，随便亲属，整他，就能骂他了。对，瞧好吧，你，主语对不对？你，我那个主语是什么来着？身体部位。哦，对，随便一个亲属。好嘞，你那脸长得跟他爹似的。爱听你骂他，你骂我呢？骂他呢？你爹多难看！你爹不难看，我爹不难看。我是不是骂他了？这都什么包袱？你别老说我爹了啊！怎么说你爹？怎么你不高兴啊？我说你爹，你爹高兴啊？我爹不高兴。我爹比你爹好。我爹比你爹好呢。你哈哼六。我姐比你姐好。我姐比你姐好。我哥比你哥好。我哥比你哥好。我妈比你妈好。对，我听我爹说的。你干嘛呢？哎，怎么着尾巴呢？我榴弹炮呢？没有那玩意儿，你还找？崩死你我！哎，可算你们逮着包袱了哈！笑，干嘛呢？这大哥？悠闲的，找你爹了吧？找不着座了，哪个？哪儿？哦，中间。去啊！来，把腿都撇开，撇开，不撇开那怎么？收回一点，把腿都收回去。大哥要进去了。好，一步一步，在小小的剧场里，他那是蛙吗？在小小的剧场里找呀找呀找，快点吧大哥，上个厕所座都丢了，啊，他还坐正中间，真正中间。行了，不闹了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带骂街，你得带骂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骂街，说学逗骂嘛，设计好的包袱。是啊，能看出张嘴男把您各位观众当做我的衣食父母，还真是的。那都啊，哦，他让你啊，什么玩意儿？差不多得了啊，差不多得了啊，那个忘了，什么就忘了？哎，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对呀，对吧？您拿这个我来说啊，这个说，那肯定在德云社来说啊。又来了，老这样，这服了，别老抖抖了。你行？我这谁不会这个？你那叫什么半身不遂？你那叫？你不就这样吗？说学逗唱，你说为主，以学当先，斗在其中，唱是辅助。对，对不对？学它的范围最广，哎，多学当中有这个学唱，什么京剧、评剧、大小梆子，各地方戏曲、小曲、小调。都属于学的范围。哎，这我们都应该掌握。拿我们师傅来说，最爱的就是京剧。对了，哎，我跟我师傅啊，也是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呀，也喜欢京剧。啊，这好事啊！京剧分为五个行当啊，生旦净末丑。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净行。净行就大花脸。啊，对。对对对。啊。师哥说这没错啊。对。就是大花脸。对。我特别喜欢大花脸。哦，喜欢唱这句。对，什么都是这个什么张飞呀、李逵呀， 啊曹操啊，厚的这种男子啊，都是花脸。啊，关羽啊，对对对。您怎么样？对花脸？我也还行，我可以啊。你也喜欢花脸啊？这么多年我还真不知道您也喜欢京剧花脸这个行当。这我哪个都喜欢，但花脸我还比较独爱。你应该喜欢花脸。怎么的？花脸它都是大脸谱。你要脸盘子大，画出来脸谱好看。哎，那确实，它显。对，你看我师哥这大脸盘子，啊，画的好，眉毛对吧？俩点儿。他老
点我去。不是，快来演珠子吗？演珠脸吗？在脸在哪儿呢？抖个包袱不行吗？抖什么包袱？脸都找不着了。脸，看看脸，哎、看您的脸啊。麻麻呢麻呢，我嘴怎么竖着长？你看你这，你干嘛呢你？我干嘛？我找脸呢嘛。我看你不，你是不是找饭呢？这都多少年不用脸了？你这找不着了？有哭那个，露他，露他，我这脸。哎，对。露我们俩脸儿，哎呀，行了，这个比较喜欢花脸，花脸，找时间吧。妈，找时间，咱甭说相声了，天天说相声都烦了啊、而且还有一堆观众蹂躏我，让你摁地上摩擦呢。找时间甭说相声了，嗯，唱出戏，你要唱戏啊？呵，你唱，那也甭，嗯，不来了，不来，今天各位买票，你看，你看，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来一个，来一个。OK。哎，你这不就牵着不走，打倒退吗？可以来啊，但是咱说清楚了，我也爱花脸啊。哎，他呢也爱花脸、哦。我们哥俩唱一回两个花脸的对戏。咱俩人唱？那可不呗，你不也喜欢花脸吗？哎呦，这可是新鲜了。两个花脸的戏，可以可以，都能过个瘾，也都擅长。那成嘞，那你挑一戏。不要让我挑啊！花脸的戏我会的太多了。你会多？你会多少？你会？我会好几万出。好几万出，有那么些出吗？那可不呗！我想一出是一出。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对，我随便说一个，你没听过？不一定。消失的他。你来这消失。你来他。不要让我挑，你挑。那是京剧吗？对，你挑。我挑。哎，你挑。挑一俩花脸的啊。俩花脸的戏，传统戏啊。传统的。传统戏。大哥挠什么呢？搁那挠，坐坐坐坐。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也有不洗澡的是吗？ M 桃去个搓子去。你也乐什么呀？你也去秃顶。出 M 这俩。哎，我挑了啊。挑吧。咱们唱一回真假包公双包案。双包案啊，真假包拯、嗯、对，这戏全是唱、嗯、一个真包拯一个假包拯，站这儿大段的傻唱没意思，你唱戏不是光唱，唱念做打你得来点身上动作呀，还带动作。对呀、啊、这差点意思，换一个动作，带点动作，动作简单。那那、啊、哎，真假李逵，这全是打了一真李逵，一假李逵啊，打的难解难分，哦，分不出谁是真李逵，谁是假李逵、哦、最后一块儿去找观音菩萨。哎，又串了六耳迷魁啊。什么六耳迷魁、啊、全是打，全是打也不好，这也不行，全是打也不行。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换一个，哎，什么父子会行不行？父子又叫伯良官，哎，一父一子，嗯，一爸比儿子。对，咱俩唱这个啊。不唱。怎么着？凭什么你就演我儿子？对，我于心不忍、啊、你可以演我儿子，就啊，不唱，去，甭拿这吓火，知道吗？要还不怕？这不是德云社有票房，你能退去？知道吗？这是主办方，你喊退票，主办方那些人就打你。小红帽干嘛？你真退去，大哥。说了爱你。完了。就这样走，哦哦，就这样走。哦，让人去你的吧！挑，接着挑，不保你了，接着挑，再换一个啊！换一什么啊？咱们唱个什么呢？哎，这么着吧，咱们唱一《红娘洞》吧。这戏好，行吧？对呀、啊，这是《红娘洞》。哎，这是两个花脸的对戏呀、啊。红娘是一个大花脸呢，对不对？掌声！哎、你就娶了莺莺吧，不娶我弄死你！呼呼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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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崔莺莺吗？红娘的贴身丫鬟，没听说过。大花脸，红娘啊，红娘，红娘，红娘洞，红娘洞，对，孟良，焦赞，啊，杨家将的故事，对对对，可以，咱唱这个，就唱红娘洞。嗯，但是我得问清楚了，嗯，咱是红娘洞有两个版本，
俩版本。哎，咱是唱那个1900典藏款，还是唱那个2023至臻 VIP 2.06T 版？这分那么细致吗？对呀、啊，对呀、啊，我都没听说过那版本、啊。其实还有一个千禧年典藏款的，你知道吗？跟你桑塔纳一块来的。有两个版本，1900款，2023至臻 VIP 2.06T。就没听说过，就一个版本，哪有那么些呀、啊？咱不抬杠，你说说你那个版本，我说说我这个版本，区分一下，怎么样？那还用说，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故事，杨家将吗？你说杨家将就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骸骨在北国洪阳洞那存着、嗯、杨六郎派孟良前去盗骨、嗯、没派焦赞去、嗯、焦赞不乐意的在后边偷偷跟着就去了、嗯、到了洪阳洞口的他发现孟良这马在那拴着呢，准知道孟良在洞里头呢，他就想跟孟良开个玩笑，喊了一声抓奸细，喊这一声不要紧，怎么着，孟良以为敌人发现了，回手就一斧子把焦赞就劈死了，劈死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把兄弟呀，常言说得好，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这俩人感情关系都太好了，于是他就自杀了，也死了。这事儿全传回去，杨六郎知道以后一病不起，最后也死了，唱全了叫三星归位，又叫三翼宾天。各位说这戏有意思吗？这多好啊，这戏，这戏有什么意思？哎，一共仨人物、啊、唱完仨人都死了，都他就是个悲戏，你唱什么？你直接出殡好不好啊？人得讲这故事啊，咱德云社专场，对不对？你甭管谁的专场，他也是德云社的相声啊，对不对？一千多、几百多人都花钱买票过来，人德云社笑，你让人哭着回去了啊？1200多人抹着眼泪往外跑，不至于那样。真想哭，花掉1000多吗？啊，不要钱，找一个火葬场能哭一天。哎嘿。谁找那别扭去呀？现在什么年代了？他这悲戏就感人嘛。现在不讲究悲剧，这戏就是悲剧。要不说有一个新的版本呢？嗯，都改了，大团圆结局。这怎么团圆啊？你讲讲我这个啊。啊，也是，杨六郎派孟良前去盗骨，呀，焦赞不放心，在后面紧紧跟随。啊，这焦赞这行为怎么那么猥琐呀、啊？蹑足潜踪啊，追到了孟良，兄弟。不要一人去，那边太危险了。哦，哥哥陪你一块儿去。哦，两个人一块儿到北国盗骨。嗯，到了北国，蒙混过了北国士兵啊，进入城门楼子，这儿需要很多细节，我这儿就不讲了啊。进入北国之后，来到了洪阳洞，取得了老令公杨继业的骸骨，两个人一块儿回到宋营啊，成功了，这俩人都没死，找到了父亲的骸骨，把这骸骨这包啊，把这骨头包啊包起来了，还给杨六郎。给，这是你爸爸。这扔啤酒呢，这是。这是你父亲的骸骨。嗯。杨六郎高兴啊。啊、哦。尸骨可以安息了。对。大搞庆祝活动。庆祝。这不叫团圆结局。还要怎么团圆啊？戏的两个主人公孟良、焦赞啊，问问你是什么关系？这把兄弟呀。把兄弟到我这儿不是了。嗯。改变关系。改成什么？孟良认焦赞当干爹。嗯，这也太新鲜了。孟良觉得，哎呀，你说派我一人去盗骨去、哦、我哥不放心，还跟着我保护我，对我事无巨细，事事关心、哦、长兄如父，我认你当我爸。戏的最后，孟良跪在地上，焦赞坐在孟良前边，孟良给焦赞磕头叫爸，磕一个头叫一声爸，磕一个头叫一声爸，磕的脑袋滋滋流血呀。焦赞在上面答应，嗯，哎哎好，哎好儿子，哎我是你爸爸。戏完美谢幕，新黄洞，各位这好不好？我再问一遍啊，这戏好不好？你看都说好是吧？可以。那咱就唱这个。您说，我听着还挺新鲜。唱这行不行？这戏挺新鲜，咱唱这个行不行？唱这可以啊。你来孟良。嗯，别去。怎么？我来焦赞吧。你看你啊，你来不了焦赞。怎么？焦赞的词儿啊比较少。你知道吗？对呀、啊，这戏我不熟悉，我来个词儿少的挺好吗？你不要来词儿少，你看平常捧哏、嗯、他这词儿就少。对对对，你说点儿上了，说点儿上了。平常我说话就少，你让我一下说太多话，我接受不了，说不出来。我最多我就哎，对，是，我是你爸爸。哎、最多就说这些字儿。不是。我只能说点这个字儿少的。你来这，那我演那跪磕头那个。对，你来孟良啊。我来不了孟良。怎么来不了？孟良他主要就是跪下磕头叫爸啊。我这腿啊，我受过伤、啊，我里边有钢板，我回不回来，我跪不起。哦，你看，
你打不过弯来，你看没办法，没事啊，站着叫，我不挑，要不你握着叫也行，握着那是狗，握着，你趴着的意思。行，那咱就这么着，就唱这戏，我来孟良，对，你来舅子，没错，我跪下给你磕头叫爸，哎，行吧，嗯，收来咱搭的桌子，搭桌子干嘛呀？分出前后台来呀。哦，还分出前后台？那当然了，来。那个桌子前面就是前台，这是前台，桌子后边就是后台，后台这边就是上场门，上场门那边就是下场，下场，哎，那边就是你的下场，对，然后呢我什么下场，现在这儿就是一个猥琐的小舞台，猥琐的小舞台，我是北京人，我说话有点口音啊，这跟口音有关系吗？现在就是一个猥琐的小舞台，对，然后呢这个你看一个女孩的包袱琢磨乐半天，猥琐，丢人现眼。这个舞台布置完了，舞台布置完了，唱戏啊，穿的那个行头，戏服咱没有，怎么办？大褂素身唱，就穿这个了，哎，就穿这个，得嘞。然后呢，这个咱也不用捯饬什么的了，不用化妆了哈。来，你拿着这个干嘛呀？热了山山，哦，收起来。啊，咱们说了，咱们是咱两个人是宋朝人，啊，咱们不远万里去北国去盗这个骨头去。对，稻谷你不能走着去，走着去太远，你的大胯都磨没了，哎，开你那车磨的也不行。我也没磨到大胯，知道吗？对的，不至于走着就把大胯磨没了，咱们骑着马去，这个就好比是马鞭，明白了哦，那明白了，戏台上代表着马啊，对，这就拿马鞭就代表骑马了，哎，然后呢这个唱戏的那个乐队锣鼓家伙队没有乐队，咱也没有，用嘴打家伙，拿嘴学锣鼓精，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太好了，这个咱俩这周戏上台之后是我先唱，哦，所以呢你先打家伙，打家伙，哎，打什么家伙知道吗？什么呀？快长锤，我知道知道，抗死类似抗死类似空类，就这没问题，然后咱们现在这个就开始唱了，得，哎，回来干嘛去，哎，干嘛去啊？倒鼓去，把嘴都收起来，尿尿去啊，正精彩的地儿是吧？退票去，票去啊，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上厕所。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有脸了，1200人给你鼓掌庆祝你上厕所啊！太厉害了！现在正式开始，哎，然后呢，这个现在归到后台。好嘞，你先去。归到后台。你晃我一道是吧？快来。哈哈，开始啊！谁先呢？打家伙，你打家伙，我先唱。我来孟良，你来交代。好嘞，给你跪磕头叫爸爸。对对对，开始啊！走啊！扛着雷子，扛着雷子，扛着雷子，轰雷哐，一切的哐。我们都没有钱。不许乐。是，不是，他们是京剧吗？是洪阳洞吗？什么玩意儿啊？你说怎么唱？我说怎么唱？你这词儿不对呀！你说怎么唱？应该这么唱啊！我不倒有洪阳洞，接着唱。千里迢迢路难行，昨夜晚元帅得一梦，他梦见他父老袁荣那千帆倒鼓，乃是加他命，我孟良二字下凡迎了镇海谷，现在那不过洪阳洞上望江台上第三层，豪杰催惹动了夜的马红宗，这么唱我看谁在拍，那小红帽你至于吗？你俩胳膊举这么高拍你那嘎吱窝那毛都飘出来了，你嫌你，人家拍怎么了？嫌你，不是嫌我呀，这戏我能不会唱吗？教给你这词儿吗？北国有个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通吗？谁不会呀？这词儿，那你
你不唱，你唱的词儿不对呀、啊，那词儿。咱唱新戏，唱老戏呀、啊。新戏呀、啊。咱不唱新《洪阳洞》吗？啊。到最后，我不给你跪个磕头叫爸爸吗？对对对对。对，那你唱老版本的干嘛呀？你要唱老版本的，咱就唱老版本的。到最后就不磕磕头叫爸爸不就完了吗？不，唱老版本的，唱新的。唱新的，就按你这个唱。要想磕头叫爸，唱新的必须我就按照我那词儿。你什么词儿？我们的秘密要谨慎。怎么还我们的秘密要谨慎呢？这什么词儿？这，咱们俩是干什么去？盗谷去。盗谷偷东西。对。这个事情就是机密啊，小心谨慎呀。哦。但是咱们的秘密啊，咱们三个人的，你我也，杨六郎的秘密啊。哦，这是代表咱心里话，交代一下。对呀。对呀，明白了吗？我们的秘密要谨慎，明白了吗？那我唱什么词儿啊？后台问，这是前台。哦，打着你了，轻点轻，打着你了。那我在这闻他呢。后台，这是前台。明白。有当着观众问词的吗？是，让人笑话。是我错了。那这你说我唱什么？作揖叫老师。你这我教给你东西，你得客气客气啊。行，啊，老师，我姓张。老师张。张放前边。张放前边。说了，按您说的。张老师。张老师，哎，那我唱什么词儿啊？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那时候有侦探吗？老侦探，老侦探，狄仁杰。过去那不是包拯，对不对？柯南。那你柯南吗？这是老侦探，侦探北国走一程。侦探北国，人家要咱们唱。对对对，明白。侦探，你前台唱啊，你后台唱给个六听啊。前面有。侦探，我先唱。尿回来了。我们的秘密要隐身。我感觉他这不通畅。我什么什么字？侦探北国。侦探北国走一程。大花莲呐、你不要脸呐。我怎么不要脸了？废话，我怎么了？画个大花脸就报大花脸呐？报名字吗？报名字你得报孟良，我这焦赞啊。我说我叫孟良，哎，你说你叫焦赞。咱哥俩干嘛去了？盗谷去。盗谷就是偷东西，对吗？对。明着去还是暗着去的？暗着去的。报名字谁踩他脖子了？哦，按着去的报名字，按他那次到人城门楼子门口了啊，全是士兵搁那防着呢。你过去，哎，我孟良，俺们哥们儿焦赞，俺们哥俩偷东西来了。那人不就发现了吗？兄弟们，放箭射死他俩。倒不回来了。咱俩隐藏自己的身份，知道吗？咱是北国的这知名的将领的隐藏身份，我这绰号明白吗？我应该叫镇八方玉面昆仑侠，明白了吗？那这太长了。你应该叫九孟子，明白了吗？隐藏我绰号，我大花脸，你二花脸，明白了吗？我叫大花，我就必须得我大花脸呢。然后我就得二花脸。你后台问。啊，你不告诉我了？告诉你也得后台问。我都问完了。有当着观众问词的吗？形式得走一下。张老师，我是不是得说二花脸啊？他净打我。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在相声舞台上，我打一个捧哏的会有人站出来，居然有人为捧哏的发声。你都是善良的人，我说对不对呀？你们是善良，但是没有一个爱狗人士。可以了吗？你唱二花脸。二花脸，明白了吧？哎，二前台唱，后台唱谁听啊？对，我就打二花，
我先唱。你别打他了。你干嘛？你四十了，你撒娇你恶心吗？可爱啊，可爱吗？来，你上来嘬他一口，来来。干嘛？你也想去啊？我不去。你是不是看上那秃顶了？早晚你也有一天，知道吗？唱哎哎，大花脸呐，二花脸呐。我是烈路的虎弟。怎么又改这个味儿了？这是暗号啊。什么暗号啊？咱俩是哪儿的人？宋朝啊。咱去哪儿稻谷去？去北国。地方远，那口音不一样啊，对不对呀？你这口音人听都听不懂啊。到这儿咱得模仿人家士兵的口音。你看人家士兵说话，哎，这不是也来了吗？明白了吗？入乡随俗，模仿口音，我这就必须得，哎，我是烈路的虎弟。什么词？人家一听，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宋朝的这个奸细，他们的口音跟咱们是类似的。哎，所以整两个小菜吃，然后一下就飞到这儿，然后把他们放进，咱们蒙蔽敌人。是什么词儿？你那边？我说来了我的伙计，我说来了我就这味儿。哎，我就必须得这个词儿。那我说什么词儿？高台半价。你煽动群众，你这就是。咱谁也不要打了。您怎么想？我跟你说，谁也不要打了。啊！1200人没有一个为我发声的。我觉得挺好。不许虐狗。好。说我了。咱谁也不要打了。啊！我算明白了啊！咱们这个影响咱们哥俩最终感情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轮椅吗？咱谁也不要他了，谁也不要他了。不要了，谁也不要他，不骑了。来啊！干嘛？我这没了，你那怎么还有？不是，咱俩得骑着一匹马呀。俩人骑一个。这是骆驼。那不更没法骑了吗？骑两个驼峰上，明白了吗？那怎么不行？不能骑那个，你要拿着，我就拿着。那来吧。哎呀，行，那来啊，开始啊，谁也不要打了啊，不打了啊，文明相声啊。哎，我是来了的伙计。我什么？伙计，我早就来了。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问你啊，你是谁人的儿子？我不知道啊。什么？废话。你不知道？我来抱抱。咱俩什么关系？把兄弟啊。把兄弟，你不是我谁儿子？你，哎呀，你是谁儿子？你说不就得了吗？我谁儿子？你还是找不着，你还是有故事的家庭，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你演焦赞？对呀、啊，找不着不知道焦赞他爸是谁，对不对？谁呀、啊？你就找一个焦姓人家里边的焦姓，焦，焦圈，焦圈，你爸焦圈，你妈豆汁儿，你爷卤煮，对不对？你奶奶盒子，你姥爷赵饼，你还吃过什么？你姥爷糊饼，对不对？这边什么灌汤包？你大舅灌汤包。猪肝面，你三姨，我们家全是吃食。不是，那你焦姓的，你找焦皮鞋。你才俩爸爸呢。你说你焦姓找不着了，焦太郎也可以。你爸是焦太郎，你妈是沸羊羊，对不对？对不对？你姥爷奥特曼，对，多合适。你奶奶是机器棒，对不对？
猪猪侠嘛。我鸡鸡房生出个高九成，鸡鸡房石家庄吃着饼，对不对？那我到底谁儿子呀？找不着你爸爸是谁了，你就换个说法。怎么换？天真地说，笼统地说。好，你说我是我，我来，我这句我说问你，你是谁的儿子？你就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完了。嘿，他这倒合理。对，我活30多年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对，来，我来问你，你是谁人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这个发音听着，我是爸爸的儿子，听着是。废话，继续啊啊！你可愿意？废话，怎么了？你是你爸爸儿子，你不愿意？这时候愿意得说戏词儿，某道认可。合着我是我爸爸儿子，我这才认。这都是暗号，明白？蒙蔽北国人。哎，你可愿意？谋到认可。把你过继给我2天，给我当2天好儿子，你是认可不认可呀？我不认可。怎么干嘛？废话，给我过继给你。啊，对呀，怎么了？我给你当儿子。怎么了？凭什么？不是你给我当儿子吗？这是蒙蔽北国人呐。你看，蒙蔽北国人，是不是你？你不给我磕头，光死叫爸爸，村炮一样，什么都不懂。我演谁？我演孟良，你演焦赞。对啊，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天下尽知，都是把兄弟，都知道。咱俩要还用把兄弟的身份去北国偷东西，人家就看出来了，知道吗？到这儿转换关系，我暂时性的当你爸，你暂时性的当我儿子，咱俩进入北国，人士兵一看，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孟良跟焦赞。因为孟良跟焦赞是八兄弟，这两个人是父子爷儿俩，那个胖的是那个瘦的他儿子，这两个人是安全地放进去。咱们进入北国，成功的偷东西，回到宋营。我为了感谢你给我当儿子，所以我为了报答你，我一辈子给你当儿子。明，去之前我给你当一会儿，对，回来之后你就永远是我儿子。明白了吗？所以到这儿，你暂时性的给我当儿子，我暂时性的是你爸爸。哦，这个关系，明白了吧？那，哎，我来问你，你是啊，你给我当2天好儿子，你认可不认可？我呢？这儿你有句台词儿，一定是你，就是你一定要心理活动，你知道吗？哎呦，心理，你一定内心你得激发出这个台词来啊！什么什么呀？我给你讲一讲啊！哦，我给我当2天好儿子，你认可不认可？哎，你这儿就得想，就好比说你高举成啊，你自打出生起，你就一直想给我当儿子。知道了吧？哦，你不光是你，就你们老高家祖祖辈辈毕生愿望写家谱上就是要给张建宇当儿子，爸爸，我们家家谱都写了，在打你家祖上祖宗一代高九成一世，他一直到你，这就是必须给北京丰台张建宇当儿子，一直得不偿愿，到我这边了，就你老没投胎成功，我同意，我把你叫过来，我说九成来。这两天我挺开心的，我允许你给我当儿子。哎呦呵，你当时一听，哇塞，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你当时你得是一拍胸脯，横打鼻梁，你先叫我爸爸，我倒是乐意的喊呐，哈哈哈哈哈哈，就这种感觉，你明白了吗？笑的鼻涕都出来了。我还得这样，从我们家的祖宗第一代就开始。对，高九成一世一直到你，到现在。对对。今天呢，就好不容易吐口了。对对对。让我给你当儿子。对。怎么着？我还得叫你。叫，先叫我。你还得拍胸脯。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先叫我。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叫我。叫什么？爸爸。无所谓，一会儿我能站他的。叫爸爸，然后我还得卖卖的大笑。对对对，得是贱笑。那我这也太贱骨头了。回到宋营，我给你梆梆梆梆磕的脑袋滋滋流血。哎，那要这么着，回来你必须真得给我跪一磕啊！磕的脑袋滋滋流血，你不喊停不停，哎，染红一面墙。你有那么多血吗？没染血辟邪了。我一边输血一边给你磕头啊，明白了吧？我让我爸我妈。一块儿给我输血，给你梆梆梆滋滋，你浑身都是血，400斤的血浆，你见过吗？啊，行不行？啊，乐意不乐意？乐意。你一直梆梆梆梆，就这样，行吧？可以。然后这个前面的词儿怎么样？啊，前面的词儿怎么样？
忘了没关系，咱们从头到尾来一遍，给大伙儿呈现一个完整版的新的红楼洞，好不好？行，来吧，来。哎，他怎么那么兴奋？来来来，开始啊！哎，来。光一接来光，我们的命运要听我困。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呢？二花脸呢？哎呀，我是来了的爹。伙计，我早就来了。我来问你，你是谁人的儿子？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你可愿意？谋到认可。把你过继给我两天，给我当两天好儿子，你是认可不认可呀？我回到宋营，梆梆梆梆，磕的脑袋滋滋流血，染红一面墙。先叫我爸爸。哎，哎。哎，我在这儿呢。你至不至于这样，砰砰砰砰，滋滋流血。我重新来，你破坏我这个结构，我得重新叫。爸爸，哎，谋到乐意的很呐。演出到此结束。好，现在啊，这个我那现在是翻场环节啊，成哥给大家吹个笛子，我练个剑。哪我就吹笛子？怎么了？接着唱啊！啊，想大伙儿，成哥要给大伙儿唱一个大实话。不是，洪阳洞咱没唱完呢。洪阳洞。对呀。哎呀，你还没忘呢。废话，我凭什么忘啊？这正唱半截啊。我忘了跟你说一事。接着唱，你不得给我磕头吗？忘了我叫爸呀。忘了，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这就是咱们这个洪阳洞啊，啊，是一个连台本剧。啊，折子戏。啊，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很多集啊。啊，知道。就是咱们唱到刚才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这儿呢，这是第一集。唱到回到宋营呢，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爸爸，梆梆梆，那是最后一集。那咱就唱，往后唱啊。啊，这个戏一共是40万集啊。我今年是29。40万集。29岁，我刚写出了前2000集，我争取在我60岁生日那天我写到10万集。你活得到60岁吗？你尽量尽量尽量啊。我明白了，就后边还没写呢。我奋笔疾书，奋笔疾书啊，奋笔疾书。明白了明白了，我尽快。怎么的后边啊咱也不唱了，不唱最好。哎，咱就把这头一集再唱一回。刚才这个再唱一回。对，你看他还有这个瘾。来你回来啊。怎么了？先别蹦，唱吧。唱是唱，咱俩人掉个儿，我来孟良，你来焦赞。啊，我来你那角色。对，你来我的角色。哎，哎呀，我来不了你那角色呀。你怎么来不了？你那个人，我那个词儿我不会呀。哦，焦赞那词儿，他不会。啊，我不会，我们别分唱。那不会，你怎么教的我呀？换那边。忘了。光一接来光，我们的秘密要平了。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呐，二花脸，这不没换吗？这不换过来了吗？我位置换了管什么呀？那怎么着？词儿得换呐。你看，恍惚了，忘了。你看啊，嗯，这个。上场之后你不得打家伙吗？康斯雷斯啊，打完之后呢，你停了那半秒，咱唱戏不能让观众等着演员，你慢了，所以我就慢了，赶紧唱，您明白了吧？哦，这是我的，你有衔接就空白，再重来，重来，对，不要让观众等着演员，是，来，哎，给我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来空一切来空，我们没有人呢，我没慢呢。有老有那一半秒左右的空场。不对，怎么了？刚才说了是你先唱的，我打家伙，
这回得我先唱，你打家伙呀？我打谁打家伙都一样。你打呀？不重要，我打家伙。对呀、啊，我打家伙。来啊！还没到台口呢，你就唱了？这玩意儿啊，没有谁先唱谁后唱啊，谁抢着这句是谁的？带抢的！来！我们的秘密要紧了身，啊啊！大花脸呐，二花，怎么又换过来？我应该你得唱二句。二句什么词儿？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呐，你唱二句。侦探不过走一程啊啊！大花脸呢？二花脸的。哎，给！有口技。你再啐那秃顶上。你别着急，别着急。哎，要不我来？别！花技。活计我早就赖了，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我是你爷爷的儿子。你倒乐，你是乐意。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外语，表演者孙九芳、刘鹤安。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黄，哎，谢谢，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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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好，二楼就没有资格跟我们互动了啊，凭什么？谢谢朋友啊，哎，谢谢大家，谢谢上海的朋友，谢谢大家。这个刚才二位师哥又给您表演了一段，哎，这个每场活呀，嗯，每个节目都瞧了，嗯、对，四十分钟起，真是真特别的辛苦，真卖力气。最主要的是，您各位坐在台底下更累。嗯，怎么还更累啊？笑的累啊！啊，一直乐呀，是不是？真是啊，他演的累，您各位也累。所以说呢，让他们俩这个演这么长时间，下去休息休息。哎，姐，歇会儿，喝口水吧。啊，关键让九南下去吃两口药。啊，还得吃药啊！最近脾确实不好。是吗？啊，哎呀，干一个专场换一个脾。啊，火。好家伙！啊，这个下去歇会儿，嗯，把我们的这个助演呢换上来啊，嗯，这个给您换一换耳音，哎，对，换个节目，您各位也方便方便出去休息休息，哎，对对，走走溜溜腿，走走的。当然，我们这场上来呢，嗯，这个您各位放心就可以了，放心啊，因为我们俩吃完药上来的。跟他那个精神状态呀、啊，方方面面可能就有点区别啊，那肯定的啊，嗯，但是我们也得首先说啊，你人家前面那两场同事助演演的都特别好，哎，真都不错啊，人家都是属于是这个应邀来演出的哦，我们俩是应邀来演出的，对，咱俩就不要脸呗，对对对，所以我们一会儿这个演出风格呀，可能要比人家可能就是差很多，上海的朋友多给我们一个见谅，这是为什么呢？哈，因为我们俩的药吃错了，谁猜得着？这个上海的朋友很热情，哎，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我们呢，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哎，真喜欢。很多朋友都是这个全国各地赶来的啊，是吗？因为我们在后边也听了好长时间了，哎，听半天了啊。这九南哥在台上怎么说，是不是？底下有秃顶大哥，我们都知道，就大家乐着点。人家招你了，人家就有一秃顶的，这是观众笑的，人家肯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呢，对不对？大哥是不是也挺快乐，是不是、啊、对不对？人家也很快乐呀，对吧？
是不是？你看哪儿的朋友，人家都是大老远来的，是为了图快乐啊，图高兴，图开心来的。咱就是说，今天是除了上海本地的朋友啊，就是外地的朋友有多少？今天有吗？外地的朋友，我上海没人了。哎，怎么就没人了？也有那没都是外地，都是外地的朋友，真是外地，都是外地了。最远的来自哪里？北京有五个德云社，这是铁粉啊！真好，真好，真好！这最远还有吗？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朋友有没有？国隔壁好，国内的朋友，淄博啊，山东的朋友。安徽的朋友是吧？静安的吧，静安来的。不是，你别这么大反应，你吓我一下。静安怎么了？这儿就是静安。这是静，他原地哎来了。不是，人家上海市静安区，这是市辖区啊、哦。静安区、奉贤区、宝山区，你怎么了解？因为区最了解区。静安来了，打他手背上，这我还真不知道。静安是这个，哦，对不对？哪儿都有。哎，这还真是远的近的，而很多朋友现在，您说这个，您各位肯定说是腰包里有钱，哎，对。但是有的时候啊，来不了的朋友未必就是说是人家说真是肯定忙啊，哎，对，有就没有时间。手机上很长时间，很多时候都能刷到我们，对吧？对，你说这个软件啊，对吧？您视频，对，你包括您来这上海旅游来玩的时候也能瞧见，看见什么呀？你只要到这儿，大数据一下抓到你，就给你推送，24小时。上海特种兵打卡之旅开始了，啊，对，有这个，东方明珠去了，啊，静安寺去了，啊，下回还来。这上海就俩地儿是吗？您这，就去俩地儿，就下回还来。玩完以后，今天晚上躺床上刷去吧。啊，对，家人们谁懂啊？看德云社一只蛆一只狗笑死了。数据抓取啊，这德云社改了动物园了，你看看一只对吧？很多这个软件您对对给推送啊。当然了，这10000个人能刷到10000种不同的视频方式，哎，对，推送的不一样，还有很多种形式啊，对。你说，除了相声，话剧也很好，好看啊，对吧？嗯，包括曲艺，嗯，对吧？您这欣赏的是相声，嗯，曲艺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旁门左道的一些艺术形式。什么叫旁门左道啊？就是旁边那些就是跟我们差不多，那叫姊妹，就是旁边姊妹艺术，哎，姊妹艺术，对吧？也很喜欢，嗯，小众的这个曲种啊，也有很多呀。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河南豫剧。你喜欢河南豫剧？对，我知道这是上海，但是我也推荐大家，您听一听华北地区的这些曲艺，包括这个北方的吗？苏州的评弹也很好啊，啊，都是中华的传统曲艺文化。不是，你刚才说你最喜欢的是豫剧，很多豫剧大师有一提，常香玉啊啊啊，有名有名，马金凤啊，那大师，尤其是马金凤先生，啊，人家唱的那个豫剧的代表作，啊，Superstar，啊，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什么时候人家马老师唱过 Superstar？ 你们没听过吗？就我没听过，那我你小时候听过？地方台都播呀。那他怎么唱的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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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小酒歌颂，一朝眉头就心痛，我没空感受啊，只顾及恁的感受啊，恁要是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恁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恁是电，恁是光，恁是唯一的神话，俺只爱恁。我说的是啊，
这是马老师喷农药时唱的吗？就这样。那哪人家什么时候唱过这个？对吧？你现在斯达啊，现在这时间也好，平台也好，时代也好，嗯，你很多时候你手机什么都能刷到。这那倒是，对不对？对对对，旅游玩去。啊，出去玩，出国玩去，啊，都行啊。携程，啊，大众点评，啊，美团，这国外现在讲究什么？现在人家是错峰旅游，都是朋友们啊，错开了玩，对吧？啊，对，人少的地方，啊，对吧？您比如说现在，那种宝藏的那些旅游宝地，哎，你知道哪儿？你告诉我们一个，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我还真没去过。您说的谁去过加勒比海？那没有，没有。现在都没有被商业开发。加勒比海，加勒比海的东南部，有一个小岛叫北碰扯胡斯托喷梅尼过群岛。您能再说一遍吗？不一定对。站这现编一个，您这玩意儿。对面也有个小岛，叫南碰扯胡斯托喷旧尼过群岛。哎，还旧尼过去？哎呦，说相声可少去呀，那玩意儿。那地儿泥呀，啊，那地儿那个地方现在就是宝藏小岛，宝藏小岛很多人没去过。那你去过了吗？到那儿以后你跟那个外国的那个人啊，了解了解人那个风土人情，当地的文化。对呀，啊，去那儿，啊，当地的那个岛主啊，岛主怎么着，亲切的接见了吗？还见你了，跟你见面了。哎，然后呢，你用当地的那个语言 啊当地的那个风俗形式 啊跟咱交流啊，还对话了吗？哎，给我讲了一个当地发生的一个小的神奇故事啊。那你给我们讲讲行吗？就在这儿哈，用用外语吗？对呀，啊，他当时这岛主怎么讲的，你跟我们说说学学。可以吗？可以啊。哎呀，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场所？这不是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对呀，啊，如果有一句半句的，哎，人家台底下能听懂。那只叫我学生乎，我便日活是好你。八扇屏没听过吧？谁没听过八扇屏？你哪来这么一个？不是，您等会儿，您放心，您随便说，大伙儿没去过那个什么没泥过的地儿，反正是。可以吗？可以，您学你，我们肯定听不懂。你放心，你学吧，来呗。给大家展示展示，他这个外国的这个小语种。哎呀，他是怎么说的？是这么讲的。他怎么说？有人自个儿的崽儿，崽儿的嘴儿发的嘴，崽儿不用做好那个小娃儿自个儿打不倒，那是说来那是叫那个的嘴儿打不倒，我崽儿嘴儿不是叫。不是，不是，您别，哎，你看，哎。大伙儿都说了，再来一遍，就是想学习。您能细细的教教我们吗？确实不一定对，要是再来一遍的话，但是我可以试一下。我们想看您的。在那儿三儿的，三儿的话，对，三儿的。去，慢一点。要是张九南在台上，他应该这样。我正在跑呢，我等。这，你敢虐蛆？我嫌脏，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慢一点。好的。这故事这么讲的。对的。有日子儿字儿字儿。慢一点。有日子儿字儿。慢一点。有日子儿。慢一点。再慢点他们就听懂了。那我们要的不就是听懂吗？你就慢点说呗。有人得到了一只章鱼。有人得到了一只章鱼。Yes, it is. 我还真猜对了。有语言天赋。啊，谢谢。您继续第二句。章鱼都是八条腿。章鱼都是八条。您这个地儿离四川不远吧？是吧？音像哦，音像哦哦，这章鱼都是八条的。第三句，章鱼的用处有好多，都有啥用处嘞？这有问有答嘛？孺子可教，他们可以做成小丸子吃。哦，做成小丸，章鱼小丸子。继续。可是他们不知道吗？这句差着。这句差，你这句应该正着，你这句应该这样说，因为他们不晓得啥。音更准一点，
你叫谁？你叫我。继续。可是他们不晓，哎，是不知道吗？哎呀，他们不知道什么呀？那是手嘞，那是脚。什么什么？那是手嘞，那是脚。什么叫那是手嘞？那是什么？章鱼啊啊啊！分不清那是手嘞，那是脚。哦，章鱼分不清手跟脚啊啊！那然后呢？有人给他出主意。啊，有人给他出主意，出什么主意？那棍儿的。什么？那棍儿的。什么？那棍儿的。什么？拿棍儿啊，打章鱼。打完以后，章鱼捂头的是手，不捂的是脚。费劲呢，怎么跟你聊天？不是，您也不用鼓掌啊，这你刚才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你连坏了不就是了吗？那快了是吗？人都是脏鱼，脏鱼都是八的，对不？脏鱼都好多个小娃的，这个他不知道吗？拿着手来，拿着脚又来，给他出主意，拿过刀，我头都受不住是脚。啊，这是您多余去那个地儿。你出国玩，你去趟四川都行。还出国啊？你得了解语种外语啊，这也算外语吗？同时翻译。真正的外语我知道，不应该是英语吗？对呀、啊，英语算外语都可以啊。啊，大小的单词翻译、同音翻译都可以。你行吗？你什么？你行吗？把行字去了。你吗？哎，你这玩意儿，你这还挺顺的。哎呀哎呀哎呀，行了，不是你不说的，你行吗？那把妈子去，那就对吧？就简单的单词，然后同音翻译。那这样，我说汉语给我翻译成英文，考考你行不行啊？最基本，这简单的咱都不难的啊。大伙儿知道也别说，咱就为考他，橘子。张口一，张口你说，对不对？对，给你就仔细的讲解到，哎呀呀呀，英国的那个伦敦二环音到底是什么？哦，伦敦也有二环了，你这玩意儿，哎呀，张嘴，张嘴，张嘴 ，orange， 这是你发出来的音吗？标准的蹲音，嗯 ，orange， 香蕉 ，b 口音 ，b 口音 ，banana， 我都快爱上你了，好性感的是，好性感的 ，banana。苹果 ，apple， 哎呦 ，apple， 榴莲果，为什么要过呀？基本的行，这怎么了？常用发生的事都可以，可以，这单问单词能行吗？那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着？就随时走大马路上，你要说给人家那个不懂英文的人啊，当时我就能给你翻译出来他说的什么意思。就随便说点什么，你同音翻译，这行了吧？同音就整句话的，对吧？整句话随时都能翻译，要不然出国干嘛呢？哇，你有这本事吗？哎，你说我翻，那叫那，我随便这样，我随便说个事儿，你给我翻译翻译，用英文翻译行吗？英译汉行吗？可以吗？可以。那咱来一个啊，我想来个喜庆点的事儿。同音翻译。哎，同音对。什么玩意儿？过年好不好？过年比较喜庆，咱就说说过年啊。听着啊，你翻译啊，说 ，Thank you。说 ，Please follow me。说，我能说了吗 ？Yeah。过年了，过年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家里挂起了灯笼，赶上个外国街吧，你说。干乐他不出音儿。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家里挂起了灯。后母的钩子上挂 Chinese LED。Chinese LED， 这是灯笼。翻上来了吗？翻上来了吗？像翻。不懂英文的是不是也能听懂？那肯定能听懂了，对不对？你这思路我摸清楚了，什么意思？咱来啊，说过年了，过年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家里挂起了灯笼。哦，么钩子上面应该这么说的啊，那个就挂 Chinese LED。嗯，看了舞狮 ，Look， Look DJ。DJ 小 Tiger， 过年了有爸爸，
father， 妈妈 mother， 爷爷 father 的 father。那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那是姥姥。是姥姥吗？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啊、哦、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 啊啊啊，姥姥是 mother 的 mother。 啊姥爷是 mother 的 father。 舅舅，舅舅是 mother 他妈妈的 brother， 这舅 mother 的 brother。舅老爷，舅老爷是 mother 他妈妈的 brother。 四舅老爷，四舅老爷 mother 他妈妈的 brother four。 还收了500红包。 I got red package five。 500 ten 500。 这是500。 Today， 今天祝大家新年快乐，红红火火， very happy new year， 大吉大利， very, very happy， 扭转乾坤，冲冲冲！ Very very happy new year， 这年过得真是地道啊！去你的吧！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出口成章》，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穿黄的真黄啊，穿黑的喊真黑，色儿正啊。谢谢啊，谢谢啊，跟大伙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啊，好吧。那个今天很多上海当地的朋友们，是不是？那是售价哦，我知道有这个前一排，这前头几排有几个姑娘老来听我的相声，哦，脸看的都眼熟啊，你都认识，几个姑娘尖尖的都认识，名字我都知道，名字都知道，炼钢钢蛋儿，不，铁柱，对，这是姑娘名字吗？哎，这秃顶跟 M 头我也认识，他们叫什么呀？一个叫淑芬，一个叫凤燕，嘿，啊，猴吃麻花，熟悉熟悉啊，蛮拧了。这大哥您好，您好大哥，大哥应该是听困了，我感觉，嗯，要不就听累了，啊、坐那这样，啊、嗯，您是上海的吗？是上海的，嗯、啊，大哥你要不搭理搭理我啊，大哥啊，点头啊，啊，您是上海人是吧？啊，现在是第一次来德云社听相声吗？不是、啊、你是上海人吗？你骗我呢吧？我得拿个手持我跟你聊。怎么这拿手持是怎么你坐人怀里聊啊？在这聊不也能看见，非得拿着手持，他肯定你可准备好了啊，他要去了啊。哎喂，哎大哥您听得见吗？听得见。哎，首先说您这个、嗯、头发就比他多啊，好比发量。二楼的朋友们听得见吗？你们好。哎，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台还有二楼啊。感谢啊，感谢感谢。你呀、啊，你这眼睛就看低处，看谁都低的。嗯。不爱跟你，不爱跟你聊天，知道吗？你跟谁来的呀，大哥？旁边这是您爱人是吧？哎，你是他媳妇吗？哎，这女的说，我直摆手。哇塞，我突然不想说相声了。你要干嘛呀？我要探索一下上海本地机密。那您是跟谁来的呀？您不用害羞，您要是被拐卖了就眨眨眼，我可以花20块钱赎你啊。20块钱？什么关系啊？大方的，没关系。你那么坏，你怎么？你跟人没关系，你说那是你媳妇儿，到底什么关系？谁说的？谁说是我媳妇儿？我能娶这么难看？不是那个，对不起。哎，我想有就有。我媳妇儿还要呢，跟这边的聊会儿。哇塞，这边的观众特别欢迎我，是不是？那我就不聊了。回来了。哎呀，
哎，大伙儿好，哎，您好，这位大哥，穿睡衣的大哥啊，哦，我认识你啊，就刚才第二个你这样那个，一直记着你呢，怎么样？现在不痒了？还痒吗？不痒了啊？看看，啊，谢谢大哥，哦，吓我一跳，因为回来，干嘛去？那胖子，秃顶 M 头，给我上。赶紧保镖了，快点的，俩完蛋玩意儿，除了头发少一无是处。你俩干嘛去啊？还追着他去啊？都退票去啊？无所谓，反正主办方的事儿啊。听半天上个厕所得。来到上海是很开心啊，大伙儿们对我们呢也很欢迎，也很支持，哎，热了，哎，热情。前些日子刚跟我们师傅来到上海。哎哎，在那个静安体育馆，上剧场演的时候，很多观众都爱听师傅的相声。太对了，包括我们哥俩也是。当时要不是为了爱听郭老师的相声，也不会来到德云社。我们都干不了这行业。师傅经常教育我们呀，说相声演员到最后拼的是什么？什么呀？拼的就是文化。哎，不认同了。我跟你各位这么说，不要说我，你看起来没文化。实际上就是，我就是，我舅妈还是呢，大饼脸，你们一家子，你站这儿挠他，打第一场开始你就叨叨的，祝你将来找一 M 头，三十你就看着秃顶的老公，你乐个六，你在旁边，你看你老公什么样？那是你老公啊，你老公都不看你，大哥不行就换一个。我觉得那个挺好的那个。哎呀，没有文化，自己要学习文化。哎，得丰富自己呀。拿我们哥俩来说吧，从小都在德云社学习相声。啊，光学相声吗？哎，还有别的呢。其他文化课程也得学习，也上课。数学、英语、外语，这都得学习。啊，对，数学、英语、外语，对，学的还真多。数学、英语、语文呀，历史、政治、地理，什么自然，这都得学。就跟上小学一样。我们小学时候就有自然这门课呀。啊，你没有，我没有。哎，你拿我师哥来说吧，从小啊，我们班里就分逗哏的跟捧哏的这两组。小时候就分出来了。对呀，让我们逗哏演员啊，看起来就都是机灵、精明、才干那种感觉。就呵，在班里一坐就这一溜啊。现在这十个队长，哎，就坐哪有十个队长？就到九队呀。我在你眼里连个屁都不是。行，是，就这一溜啊，就这一溜队长，还有未来的十队预选人，哎，你一看啊，你一看坐姿那种感觉就看啊啊，都你绷着我努着，对。这种感觉啊！来看捧哏那边，我们呢？你起来，我们这都什么形象啊？都是这样。有时候啊，师傅开学第一天来班里头，同学们，今天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提问啊！啊，将来啊，你们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养狗的人，但是他们愿望都没实现，我实现了。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看我们逗哏那边，老师，我说，感觉是，哎呀，太爱了。看捧哏那边，我们一直都睡不醒。师傅说，那我就先点逗哏这边的宝贝们。哦，啊。来，那个岳云鹏先说啊，师傅，哎，我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好好说相声，将相声发扬光大，将来有一首曲子属于我，唱遍全中国。好孩子，好孩子，你一定会实现你的愿望的。快坐那儿，坐那儿啊。张鹤伦，师傅，我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啊，好好说相声，将来争取成为六队队长，然后登上欢乐喜剧人的舞台，拿一个亚军。他
的也实现了。好孩子，好孩子。孔云龙师傅，我也想好好说相声，成为三队的队长，然后呢放炮崩脸，开车撞树。好孩子，好孩子，他们许的愿还真灵，都会实现的，都会实现的啊。张九南，张九南，师傅，哎呵，怎么你刚从那山底下蹦出来呀你？改头了，我不像那些师哥们一样，有伟大的志愿。你呢？我觉得我在相声这方面永远超不过我这些优秀的师哥们。我只想一生陪伴师傅，伴随师傅，伺候师傅一辈子。好孩子，好孩子，师傅认你当干爹。好孩子，没听说过。好孩子，像话。好孩子，坐那儿这都捧您的宝贝儿们，挨个儿，哎呦，挨个儿亲。你先等会儿吧。怎么了？夸半天，你们怎么亲我们了？抱我们亲啊？都捧您的宝贝儿们。这脑子呀！哎呀，这才是实话呀。当时就是这个场景啊。退什么票，这不是也一大包袱吗？然后我再看捧哏那边的笨蛋们。有没有人举手回答问题？睡不醒了。没有我就点了啊。点吧。孙悦。这是站起一头猪来是怎么的？郭老师，我的愿望就是吃。胖吗？我就一直吃。坐着，丢人现眼玩意儿。李云杰、杨通、刘哲，仨人一块儿说。又起来三头。我们仨人一起吃。完蛋，玩意儿。坐那儿，这捧哏的就没有一个维持能看得上眼的。看来看去，看着他了。高就成。喊我，不要让为师失望。师哥站起来就不一样。师傅，这多精神！我有一个伟大的志愿。什么呀？我要成为宇航员。那我说什么相声啊？好孩子，捧哏的之光啊！好，接着说，成为宇航员，然后呢？成为宇航员怎么样？我要建造一艘宇宙飞船，我要探索每一个星球。好孩子，好孩子，要探索哪个星球？具体说说。哪儿？我要登上太阳。这太阳温度那么高，这烫死你怎么办？师傅，咱们晚上去呀。晚上有太阳吗？多少年我们都没告诉他，你知道吗？捧哏的就这样啊，看了，逗哏的看着精神，但是脑子不太够用。刚才只是一个舞台小事故。这是师傅是到底是亲谁呀？师傅就亲我，就亲你。对，摸摸干爹，摸摸摸摸。亲大劲儿了，把你脑子给你吸出去了吧？可能从小啊学习各方面差一些，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那你擅长什么呀？语文这方面我就喜欢呀。语文啊？从小喜欢看书。看书好啊。对，看的书特别多呀。都看过什么书啊？看的太多了。看的太多了，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看书还特别快。看得快？一目十行。哟，一目十行，能的呀。那当然，我跟你说，我看书用四个字的成语概括一下，叫走马观鳖。这成语有点陌生啊。没听过，没听过。什么叫走马观鳖呀？观鳖不是观鳖。我来这套。那叫走马观碑。看书看得快。看得快，咱们怎么从北京来的上海？高铁，高铁，和谐号啊，时速305小时一公里，对，快不快？这还没你跑得快呢。300多个小时就一公里？啊，说反了。
对不起啊，说反了，反了，刚才反了，对，反了，重新说啊，反了，一个小时305公里，去去去，哎呀呀呀呀呀，你去啊，还垫着你，没事，哎呀，哎。时速305公里/小时，就是300多迈，快，嗯，对不对？哎，我就喜欢坐那靠窗的地儿。哎，怎么？没听清。我就喜欢坐那个靠窗户的地儿。哦。但是高铁呢，不让我把脑袋探出去。对。是。明白了吧？啊。然后呢，我就坐这车，看，火车夹嗷嗷撩啊。哦。开呀！啊，正开着，道旁有这么一个石碑，哦，碑文上有这个字儿，嗯，歘就过去，眼睛一扫，碑文记住了。碑文是徐州，站牌子，哎，用你记，谁看不见？眼神看得快，嗯，喜欢看书，哦，咱们中国的文学汉字博大精深，对，比方说成语。哎，是太多了。成语对吧、嗯？各位，成语它是有格式的。成语啊，对吧？它是分格式。怎么还分格式啊？你看你不懂啊。啊、哦，你看啊，比方说 A B C B 式的成语，你知道吗？你先等会儿吧。怎么了？他说中国成语，你弄外国字母干嘛呀？活村炮。我要村炮。A， 你说 A B C B 就是成语的格式呢？嗯、怎么 A B？ 就是。就是第二个字跟第四个字一样 ，A B C B 嘛 ，A B C B 不应该第一个、第三个一样吗？A B A C， 哎，我说错了，你没听出来吗？师哥。师哥，咱俩给人退票吧。这么逗哏的错完，捧哏的错，这是。我考你都没听出来呀？啊 ，A B C B， 这不都是第二个跟第四个吗？咱就说啊，咱重新说啊。等会儿各位，让我冷静两秒。让我安静一下啊。你是不是这两天感冒了？不是，我是我感冒醒鼻子，把脑子醒出去了就。我看这秃顶跟 M 头太讨厌了，你知道吗 ？A B A C 格式 ，A。B A C， 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一样，第二个字跟第四个字不一样，对不对？哦，说对了。对呀、啊，这是格式。刚才吃药了吧？这样的成语你能说上来吗？啊，就这个意思啊 ？A B A C 格式，这不有的是吗？你说俩我听听。多了，你比如说“古香古色”，这个还真是，是不是？再来一个，“美轮美奂”，可以。再来一个。一心一意，再来还有吗？一人一狗，A B A C 吗？过来挠他，挠谁？还有别的格式？还有什么？比方说，这刚才 A B C B， 就是第二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哦，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不一样的，这也有，能说出来吗？有的是，我听听。你说，就事论事。哎，绅士，再来一个。得过且过。再来一个。哎，你净考我了，你来一个。很简单呀。啊，劳斯莱斯。劳。对。劳斯。对。哦，来一个贵车啊。还有吗？帕拉梅拉。对。全是好车。对不对？哦。啊。还有。工商银行。那是吗 ？ICBC 呀、啊，对不对？哦、ICBC， 你还能再说一个吗？非得我说？再来一个。你行不行？这是成语吗，大哥？没说完呢。怎么说？真是的，成语都听不出来。再说咱没说完呢嘛。怎么说？你行不行，细狗？这成语你都不知道，你少刷会抖音，知道吗？你，这是成语的格式。嗯，还有偏旁部首一样的哦，魑魅魍魉。
是都是鬼字边、哦、四个鬼字边琴瑟琵琶哦八个王八个王嗯对不对这能说上来吗同样一个偏旁部首的有啊来一个馅饼馄饨这不张嘴就来吗这个刚吃完还有吗芥末菠菜说的太俗了怎么了高级波涛汹涌你这个不俗啊怎么俗啊哦涂润滑油哦玩玻璃球都是王字边没法洗澡你看他痔疮疼痛对不对还有一个都是口字边的成语还有这个呢啊什么呀哦妈咪妈咪呼这这是偏旁部首啊刚才忘说了格式你知道吗、啊、ABACABCB 这样的哦还有一个 ABCDEFG 式的成语还有这样的ABCDEFG 式的成语不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对这一句话哎研究成语明白了吗啊研究擅长成语多看点书呗擅长成语好明白了吧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下那么些成语你研究透了吗这学得好啊学得好啊那得了你要学得那么好今天当着各位的面现场咱我测试测试你怎么测试咱来回这个成语接龙的小游戏我以为能说出多高端的游戏来嗯成语接龙谁没玩过上学的时候自头咬自尾、啊、来回来去接成语哎这是接到什么时候头啊不是那地球外我张九南接的成语能在地球外边飘四圈飘四圈里边两圈香飘飘奶茶哎知道吗你别小瞧这个啊这过去末代皇帝溥仪最爱玩这游戏你来这显学问啊这成语接龙太简单但是这来回来去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是咱得有头、啊、找个头这么着啊有个要求什么就要求咱最后甭管接什么接来接去最后得绕到一个好词儿上哦找一个好词儿对德云倒闭得你要不想干你别带着我、啊、那就是赫伦安葬哎这你脑子里全是这个呀这不是好词儿这不是好词儿那你说找一什么好词找一个我找一个啊哎找一个十分美好啊就是成语接龙嗯最后不管怎么接到十分美好这个词儿上对这词儿怎么样可以这词儿好吧找一个词儿先试试好不好你接啊试试找一个词儿先试试谁找啊你找呗我找你出的题你找啊你要让我找那就找谁我找那就有人想你了要是再打一个就是我骂你说我吧说你嗯我这名字、啊、从你的名字记我这名字给我找接到十分美好啊高九成对从哪个字开始接就高字高字接到十分美好嗯高啊高德导航看见你哎我现在这么准了秃顶他不咳嗽啊高德导航慢慢接那接航的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用高德导航吗不挨着 不挨着也行哎啊斯文败类这你还真贴切、哎、累的肾虚这从老从自身上找啊你虚而不实嗯十分美好哦找上来了很简单还真是哎那再接九啊九找九九归一一一二三四四四五六七七七八九十十十分美好哦合着这个会数数就能接这个正巧是这字儿哎呀还真是、啊、行接成字成啊嗯成百上千千里之刃任人捉弄弄鬼装妖妖幺二三四四四五六七七七八九十十十分美好又数数太简单了说你的名字张九南哎先从哪字来张三李四四四五六七七八九十
十分美好。那九字甭问了，九九归一了。对呀、啊，都是好九不说了啊，说男男，嗯，男欢女爱，爱，就是成语啊，爱、哦、爱搭不理，理理四张三，啊，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哎，九加一等于十，九九归一啊，对不对？废话，老数数啊。我喜欢数学。不行，你不喜欢语文吗？你都爱。不行，不让数数了。对，男啊，嗯，南、嗯、郭先生，嗯、生生不逢时，十十分美好。哎呀，还有人难住我吗？瞧他各位，各位瞧他这德行，这开始嘚瑟了啊，膨胀了。不是，接上俩来，蒙上俩来就膨胀了。不是成语接得好啊，接得好啊啊！这么着加点难度，怎么着？现场我从观众这要一个字儿，你接一接呀、啊啊。观众朋友挑字儿，对，我接到十分美好。哎，嗯，回来，哪儿就走了？找一字儿你得接呀，什么字儿？宝贝儿，快来！不，来，不接这个，来就不，不行。人观众朋友们说了，那么热情，你不能驳人面子。他们花钱是我说相声的钱，不代表能侮辱我的钱。要说也是，您各位也是。哎，这刚才不说完章就难了吗？还找，不说了。哎，这行。我没牵住，这可行了啊！这是对你的尊称。你又要都要动手，你别老动手。接，你要说没能耐接不上来，你就认输了。能吗？能。来，什么字儿？缺。哎呀，这比那个狗要高级，明显它有六个爪儿，这还有一那个。哎呀，气死了！哎呀，谁喊的听话？一会儿在外滩，一会儿在外滩，你等我，看我弄不弄你。嗯。哎呀，什么字儿？犬，你别老看着我说，不，你让你接不看你说犬，嗯，啊，快点，犬啊，犬，犬马牛羊，这是成语吗？我妈说了啊，四个字就是成语，对。哦、他没说。我替我在北京的父亲感到开心。我爸爸人在家中坐，媳妇儿天上来。冲我爸爸报个好消息，爸，那个，你们啊，你们下午彩排过了是不是？真齐。接着接。什么？犬马牛羊。犬马牛羊，也哎，让你接羊。羊，羊，羊猪狗龙。这十二生肖让你说一遍呀、啊。嗯。龙。龙。嗯。龙飞凤舞。你要五六七八个不行啊。不行不行吗？废话，你要再说数字我就抽你。我是繁体的，繁体也不行。哦，行吧，舞刀弄枪，啊，枪，枪林弹雨，雨，枪林弹雨，雨无伦次，啊，刺骨寒风，风靡一时，时，哎呀。这呵呵呵，哎呦！
哎，这么着，咱们别找这个大俗字，你这么快他又接着又让他在这嘚瑟，咱就找点这不常见的，什么阴山背后的犄角旮旯的，最好康熙字典都没有的那字儿，咱找一个让他说说，有吗？什么？忘忘忘忘。哎，小红帽，小红帽，我记住你的脸，知道吗？啊，忘啊，忘，忘忘忘，呸！你唱歌呢？忘忘的一生，什么？你的一生？什么叫妈我的一生？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不是旺的一生吗？旺叫这么一声，啊，他叫这么一声，明白了。呸！我们步履维艰，我在这儿。哎，这词儿好，旺的一生，生生不逢时。哎，哦，哦，这这么好接呢？对不对？还有没有更难点的字儿啊？没听清。哎哎，永庆安澜这个词儿不错。永庆安澜这好。对，宣扬一下我们德云社系列商演啊。哎，他商演被人嘲笑。那边魑魅魍魉那边。哎呀，澜澜，嗯，澜，嗯，我老感觉这是。人在叫说难字儿，你知道吗？没有，蓝，嗯，蓝，蓝方的蓝，啊，蓝，啊啊，我知道知道 啊，蓝色妖姬，啊，鸡，鸡，什么？没听清，没听清，啊？你不是我没听清，我耳背。你听清了，你也不懂，别说话了，别说话了。这跟您那时代不一样啊，你就老你不用懂，你就老老实实听马三立跟侯宝林就完了啊。就这词跟你有关系吗？啊，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啊。哦，那接吧。鸡，鸡犬不宁。啊，这可以。哎，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谁呀？不，这是逗玩这儿的。对，宁静致远。哎，这词儿好。哎，还能说出这么好的词儿，可以。行了，行了。干嘛？你那手是你们做的？一点不跟这人1999人走。哪个字来着？十远。远宁静致远的远。哎，远，远，远，嗯，远见未来。哦，来来来之能战。战，战之能胜。胜，胜利锣鼓。鼓，古往今来。哎，这不又是来吗？那怎么了？刚才蓝色妖姬还接回来了呢。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那你还得接着来一段。来啊，来，来龙去脉。哦，脉，脉搏跳动，动，动人事迹，迹，迹往开。哎呦，还是来。嗨，这还不简单？来者不善，善，善。哦，再来。来路不明，明，明天再来。接着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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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来呀？去，往往来来来，这其实这就是上下联儿，来呀大爷，行不行？细狗。哎呀，来龙去脉，脉吗？
这不说了吗？来来啊，来日方长。哎，长长生不老，老老当益壮，壮壮至凌云，云云开日出，出出生牛犊不怕虎，虎虎踞龙盘，盘盘根错节，节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极集思广益，益意志更坚，坚坚如磐石，石十分美好。今儿咱这好几千人，德云社没有任何一个演员能跟我这样邪性，你知道吗？咱这么多，我们这么多人，好千人难不住你了，是不是？怎么着？这么着，再加深点难度。怎么加深难度？咱们得少说几句了。你这说的太多，那么长时间太长了。我太长了，时间、哦、说的词儿太多了。我以为你说我个头太长了呢，因为我是2.46米的大个子。说说啊，细狗太长了，就是简短几句。对，这样吧，啊，哎，今天观众也特别热情，嗯，卖卖力气。怎么卖力气？随便找一字。嗯，怎么着？不是嫌我这接的太长了吗？就你说的话太多了，增加难度啊！观众这么热情，对，再找一字。哎，我不出一万句，我准保。一万句，一万句谁找不着啊？三句，各位多少？三句，干嘛？随便找一字，三句必然接到十分美好。如果找不出来，怎么办？今天就死着。以后云峰剧院进来检票，检票口前面张九南的碑。得嘞，我可找字儿了。开始过些日子谁再来这儿德云社上演，都得先给我那碑磕仨头。三句啊，三句能接上来随便来。你还有没有要他命的字儿啊？接接接接接。哦哦，你接张建宇的剑。接，我说不，我给你有病是不是？还有能耐吗？什么字儿？大点声再说一个。接。好，十字是不是没问题啊？记着，要接不上来，你现在就死这儿，我们也就省心了。我对得起我爹吗？啊，对得起我。哎呀，见字是不是？见字，见。能不能接上来？那你数着点。好，见，给你数着。见字真难啊！啊啊啊！八八八八九不离十，十十分美好。接上来。现在几点？4:43了。7:30。我们这演出不能超过10点，剧场有规定的。超十点超了，不是超十一点，这两边那保，你加钱，你跟我说没用，你得给他加钱去。明白了。而且你看，你长那大脸啊，他老看不上人这脸。翻场的给各位尽量多说点啊，因为我以为我没演那么大，没想到就演44了，43了啊。这个跟。你这上蹿下跳的，好家伙！跟成哥来到这个上海，真是非常开心，还真是能感受到大伙儿的热情。哎，上回去石家庄开专场，成哥的这个父亲、母亲、妻子、孩子的都去现场了。嗯，我很羡慕高老师，羡慕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哎，啊，时间也实在是太晚了啊，今天演的有点大，让高老师给大伙儿吹一个笛子，好不好？啊啊，我拿笛子去。行啊，然后呢，这个我也是。翻场了，我觉得每天呢到这个时间段呢，从7:30演到现在呢，无论是包袱啊、笑料啊，哎，谢谢您啊，还有相声演员的各方面基本功啊，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您慢点，哎，好嘞，行。从那个林隐寺给你请的平安的手串。哎，好嘞，从林隐寺给我请的。行，嗯，拜拜，好嘞，哎，您回去吧，哎，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谢谢您，谢谢您的林隐寺啊，谢谢，哎。我觉得每天到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包袱啊、笑料啊，还是演员的基本功啊，都给您展示已经够可以的了。也觉得您呢一晚上听的也觉得应该很过瘾了，所以到最后呢翻场呢给您来点别的啊。然后我们哥俩呢就是让成哥吹笛子，我给您呢练一个剑，好不好，各位啊？行。
这个我来吧，这么着、啊、你去换衣服去，行，我给你把舞台布置一下，好好好，行行，哎，那我下去，我先给他把这桌子给挪挪。整个挡着看不清楚，不是？我往这边挪挪。哟，他又响了，我这样呢？哎，这样不响。可以哈。嗯嗯嗯。嘿，没响。没想趁他换衣服这首诗，我先给大伙唱一个，好不好？啊、唱一个，唱一个三家店，好吧？三家店，将身儿来至在大家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我头，一不是响马兵则空。而不是待人那、啊、八尘通，杨林与我来争恶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是难舍街坊子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恋心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啊身难口守，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谢谢大伙儿吧。啊，还来一个，来一个差不多，因为他很快。还是叫，那没辙了，只能放这儿了，挡着你们，你们就歪着点头看吧，好不好？为了让他再来一个，穿上裤子了吗？好嘞，他穿上裤子了。好，咱们继续，现在就开始啊！我吹一个笛子，让他给您各位五个剑。印象师，麻烦放个音乐。抹脖子，拿着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德云社的演员们啊！哎。哎，我剑呢？给我偷走了啊！还打算给那俩 M 头给削平了呢。好家伙！成哥，您给介绍啊！我喘不上气，喘不上气来了。你行不行啊？哎，我替他给介绍一下啊。头一个是师弟梅九亮，二一个师弟孙九方，三一个师弟李小葵，四一个师弟是张九林。这师哥，哥，您是哥？别别别别别，师哥，叫什么来着？这包不错，这包不错。师哥，刘贺安，这我们兄弟。高老师的大徒弟，哎，啊，最喜欢的郎浩辰，哎，还有我师弟侯震，哦，对对对，对不起，忘了，我老学师傅啊。那个翻唱给大伙唱一个劝善歌，然后结束我们今天愉快的夜晚。好，可以来吧。你点头，起啊，好。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谁知道地
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大千世界南北西东啊，三寸舍六方台，娱乐生平纸山轻摇叹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逞刚强，金银财宝猛荒凉，倒不如德云社你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本场演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